愿意看到的一个局面。好了，上半场的比赛马上开始，果然这边心态是选择了防守方，这边天路是进攻方，看看这上半场第一局的较量。对，第一局首相局就非常关键，直接全部进内场，外场放空。对，咦，这个、看看那是防防出来，第一时间一点，哎呦，三楼 ，Oh my god， 击杀掉第一名队员黄振。对，对方也没有及时补枪。对，这边正门 K 森打掉了洛特七七，但是 K 森拼是血有点26点血，对方的血也不多啊，看看这个防守内场的状况怎么样，这边怎么迟迟没有放下 C 四呢？弟弟这边在干嘛呢？弟弟他现在穿着这个包，你以为、放下了？对，放下来了。这下双方的血量差不多，两个满血带，两个残废，这边心态这边也是这样，补一下，这边要补枪了。正门这边、红鞋拼神，哎呦没子弹了，这对面也没子弹了。这双方真的大战上半回合啊，这样都没有打掉。K 神刚才应该上去压一下的。对，2v3，2v2，漂亮，弟弟这边连击上两个，最后一个 LT， 就剩下最后一个。刚刚难道是下到了 B 点放 C 四吗？刚刚镜头没有交代，这边最后一个被我麦克打掉。刚刚应该是占领了 A 点下的管道，来到 B 点放 C 四。对，刚才我们是直接太关注 K 神在外场的一个拼枪，并没有关注到整个下方的情况。对。好，那上来就是我们心态这边拿下第一局手枪局。嗯。这是一个想要有所作为所必须要达到的这个地方，首相局里要尽量保持拿下，不然被天路这边拿下首相局就不好说了。是的。好，这里的话也是 M4 各种 Forget 也是各种各样的道具，该拿就拿，而对面的话选择没有钢枪，对，肯定是钢不了、因为他第一局放了 C4， 所以说第二局的话 ECO 局第三局可以起枪了，这边哎呦直接来到 B 点，差一点点，但是也是打残了，如果能把这把 M4 给打掉就好了。嗯， Forget 应该是红血19 HP， 差一点点，这边再穿最后一个 King 神跑到哪儿去了？ King 神我们看一下 King 神的位置，他脱离大队伍应该是跑到外场去了，我们来看一下、不然的话在那一场肯定是直接已经来交代了。是，看一下 King 神的位置。嗯，所以还是再清一下 B 点看一下。这个导播看来很喜欢 Forget 啊，不停的在切 Forget 的视角。Forget 绝对给了他好处了。对，回去给他泡一碗面什么东西的。King 神啊，在这个位置 King 神。这个在黄房外是什么情况？瞄下。哎呦，漂亮！这一枪，刷音一颗解决掉了。对，哎，这是谁？哦，捡了把 Famas， 为什么我听到再来一个？哎呦，应该是对方在下面进行穿射，在穿点。对，在穿点，不过这一下刚才是有机会打掉刚才的这把 M4 的。对，这一局的话天路毫无悬念起枪，看看这一局第一关键局的第一局。对，这边的话 AK 全部端起。对，这样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输出位置，看看黄振会不会有所想法。对，那这个点就对于心态来说，如果说能继续把心态把天路给压制出去，那接下来第四局又非常简单了。啊，对于双方来说这局都非常关键，如果天路再丢了这局，比分有可能被拉开了。我们看看一个慢攻，一个末位人的打法，这边出来都架的是一点，对，上来并没有看到俯视图，而这里对，这边闹了七七一个在防守外场，外场现在有四名 T 啊，对，闹了七七这边我们看看穿，好，还在看，听一下这边漂亮，打掉第一个 M 被补掉吗？被补掉了，哎呦，这边马上补防的队员打掉天路两名队员啊，这好像弟弟和黄振瞬间就是被对方带走了，对，有点莫名其妙，我没有看到这个视角。现在二 v 三，看看天路这个残局处理 ，LP 是在这个位置。点掉一个漂亮，这个二 v 二。对，虽然说这边血量不是特别健康，但是，这边 T 的话全都是在外场。漂亮 ，King 神又打掉了 Forget 最后一名 CT， 看看这个时候天路队员应该稳一下，两个队员集合。对，漂亮，这个 LT 位置卡得非常不错 ，Oh my god， 危险！看一下，漂亮，这一下，这个意识有点不错啊。对，他猜到 LT 在这个位置，最后 King 神一 v 一，因为刚刚这下 Oh my god 介绍掉 LT 以后已经暴露自己的位置，是赶紧转点。慢慢来到这个位置，非常关键的一局，是要转向一个 B 点下方。哎呀，听到了这一下，差不多时间，听到了这一下被白了。哎呀，漂亮 ！Oh my god， 这一下，哇，心态这一局拿得很艰辛啊。嗯，整个 Oh my god 这一下判断非常的准确，或者说他可能听到 King 神打管道那个声音了，所以说直接选择从补防到 B 点。不过刚才那个清外场的，刚才外场那个是谁？是Rita 好像被清的比较的无奈，他刚才其实那把枪位置架的非常不错啊，还算是不错，但是 Oh my god 确实是这样，之前 KD 比是没有到稳定一换一，但是在决赛当中一上来的发挥非常出色啊，对，已经 bug frag 了，一个人收拾掉残局，对，这边天路一上来这个比分比较被动啊，对，又是两个随便刷屏，对、漂亮，非常的简单吃掉这个经济局，对，
只打掉对方的 forget。 对，看来今天决赛一上来对于天路就是一个小小的考验啊。拔枪，不让你上来那么顺啊，我让你上来先打打逆风。哎，我觉得咱们俩这个比分猜测我有希望了。你有希望了，我觉得强队之间的话真的是不是要比谁顺风打得好，比较比谁逆风打得好。这个时候你逆风能咬回来，那个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队，看你的韧劲好不好。对，我们看看天路这一局的处理，又是个内场 rush。 哎，内场是准备干嘛？应该是黄黄的一点吧。没有，没有进攻，只是说占领了内场第一时间。这边，哎呦，弟弟怎么一个 TK 打掉一个人以后一个 TK， 把黄胜给带走了。这，对，我们看看土匪那边的状况了。这边是在这边，我看一下背包的、哦、弟弟在外场，他是背包的。刚刚在外场可能有个御敌，然后一个互换，不小心击杀掉自己的队友，顺便把黄胜也给带走。对，顺便带走了。弟弟这个时候找个安全点线路走了，再走外场有点危险了。这边看到的是又是两个拐角，又是 Not CC Farmers。对，今天决赛不光要看我们已经说的，不光要看 Not CC。连 Oh my God 也发挥出来了，所以今天天路有一点悬啊，这个上半场的这个开局。而且我希望他们不要重蹈上一次牛破的覆辙，这边有弹道，能不能打掉？没有，哎呦，又被拉拉继续打掉。这个 MO 拉枪其实已经非常快了，没有办法。5-0，确实这边心态在作为防守方的时候比较强势啊。对，比较强势。因为在对阵牛破的时候也是一个8-0的开局。甚至我记得当初有掉线的时候4-5也拿下了。对，今天一上来对待天路又是个5-0的开局。这边天路要想办法了，再这样下去的话形势越来越危急了。我这边好像看到好像有起，你看他们经济就知道他们有起。对，经济都非常的可怜，就几十块钱。对，天路我看前面几局一直还是一个内场 rush， 前面几局一直打慢攻效果并不好啊。这边上来又被偷掉对方两名队员啊。这边是放回来3v3，但是老师退掉了。血量这边心态有优势啊，而老师又打掉一个。马老师这盘威武了，一个人打掉了两个，而这边阁楼看一下 ，A 点是暂停，看看这下能不能点掉，这个很关键，弟弟打掉吧，啊，被弟弟补掉，看看这个残局处理，李磊是在这个位置 ，forget， 对，哎，发声音了，这下应该天路队员应该听到了，对，自己位置暴露，那就赶紧转点，或者是骗一下吗？点掉，漂亮，最后黄正两颗秒杀掉 forget。刚才我是以为他可能说自己暴露之后丢一个闪光，然后自己绕个点，对，然后再骗你一下，以为我走，然后我再过来反补这个位置。是，今天因为现场是没有平民声音，我觉得我们爆点的应该是要注意一点，对吧？对，不要说的太明确，给选手一个比较公平的比赛环境，不然的话怕选手听到我们爆点就不太好玩了。我看看这一局啊，天路赢一局输一局，最担心的状况，看这一局能不能发生，我就要应该一鼓作气。对，可以看一下我们心态这边经济啊，好的还非常不错的。对，这边 King 神第一时间来卡到了这个位置，哎呦被白了，这一下被白的有点开心，白的露露找不到了。那对面应该不知道吧？肯定不知道他白了，肯定不知道。我觉得连他的位置都不一定知道。对啊，他只是防着那个防上去闪光。这边 King 神又来到这个位置，这边又是大队伍来到外面。我们从头到尾现在整个三个镜头切下来全是被白的一个镜头。是，又被白啊，神切手现在已经出来了。这个导播上是不是手上什么白的东西太多了？怎么切的都是白的？一上来天路又是损失掉一个，而且漂亮，这下 MO 打掉一个。对 MO， 但是对面没有补掉。哎呦，而老师又补掉。看看这边 LT 过来能不能打掉？补掉了黄色。哎呀，这一伤，哎呀呀呀，有点水，泼了一点水。有点水，还好，秒掉，走过来，最后一个1v3非常困难了。这个开局是我没有想到这样开局啊。对，现在是把这个皮球踢给了天路的总指挥 Rita。对，这边直接过来，漂亮，被 RT 给秒杀掉，马上被补掉。对，补枪。6-1，然后接下来这局天路没钱了，要 ECO 一局7-1。哦呦，现在形势已经完全偏向于心态这一边了。对，而且刚才那最后补枪补掉是谁，看到没有？Oh my god。对 ，Oh my god。对 ，Oh my god， 现在应该是赛前听到我们所说了啊，之前所有东西都浮云，只要决赛轮稳定1-1就 OK 了。是的，我可以看一下现在场上的击杀数最多的是心态。Oh my god。啊，11个。啊，我这边好像看到天路有一名选手只有一次的击杀。对，哇、哦，火枪手居然有这样一个发挥，有一点是吧？那黄正也就两个击杀，这今天三个火枪手都不给力啊，整体被动。哎，这边 King 神阴掉一个，马上被补掉，能不能再打一把枪？看一看，很关键，又打一个。没有，打了两把枪还是可以了。打掉心态这边两把枪，最后是弟弟打掉了。啊，弟弟打一个 ，King 神在黄方打一个，一人一个，然后就两把枪。不过可以看出来，今天 MO 的状态真的非常的差、啊。
哎，这个时候实际上话不能说太早，因为他形势比较被动嘛。说不定的话，一旦顺风起来之后，就是手热。对，比较逆风，自己这边迟迟拿不了分数的话，那肯定是对方的手感啊，或者击杀速度比较高啊。对。看看这一局，我觉得天路这边应该想想办法，因为之前慢攻一直拉对方没什么办法，这局终于是好像有个快攻啊，我们看看。这个白好像白到自己人了吧？刚才那个在黄房的白好像是白到自己人了。MO 过去打掉第一个。好，下包，放下 C4。好的。三龙，哎呀，枪法也有点失误了，这边也没有补掉，弟弟这边。好，哎呦。MO 最后一个。能不能打掉？最后一个。没子弹了。啊，又被 Omega 打掉。15个了 ，Omega。刚刚这一局我觉得天路这边连枪法都出现了一点偏差了啊。对，打刚才杨三龙那边队员，对，泼水泼了一轮没泼到，对，这样的没有能够打掉对手。现在天路这边全面被动，8-1。看来我们都赛前我们俩都多多少少有点低估心态的这样一个发挥啊，确实这是决赛舞台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觉得按照能够进入决赛的队伍就不可能有那种短板。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我真的现在越来越看好心态，因为阿老师这个老狐狸，说不定他会把一些什么压箱底的战术全部在最后全给你拖出来。你这个墙头草，刚刚比赛之前你还说只看好他们拿10分，现在你就说看好他们要赢比赛了。哎、怎么地，总比你好吧？看好他们拿9分。我还是坚持啊，我大不了承认我猜错了，是不是？我觉得真难说现在。这局危险，这局天路又危险，又有可能要交代。看看这边 AD， 哎呦，掉了下来，第一次放下来，但是被打掉，被补掉。现在一换一，对于星探来说太开心了，人多病和你换。二 v 二，最后一个2-1，这边 King 神最后一个残血 ，King 神没血，假拆吗？慢慢强拆，这一下是强拆了吧？强拆掉了 ，King 神没血，他这下只能赌博对方是假拆。没办法，这样保了一把枪，还可以给队友丢把枪出来。对，好歹是把这把 AK 给保下来。对，像刚刚那种残局1v9的话，你只能赌，你要么就赌人家真拆去打人家，要么就赌人家假拆，像刚刚 King 那样躲着。没办法，天路这边我觉得真的是要想一想办法了。我觉得他们在 ECO 局的时候应该商量一下，哎，为什么别人的防守那么给力，自己进攻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好像总是使不上劲的一种感觉。对，我们看完全前面几局连那种，哎，看得出来这次 CT 和 T 双方都是同时放掉了外伤。是，这边有变化，直接冲进来被弟弟打掉。这边这个同学怎么了？就有点冲动了好像。对啊，直接从黄毛冲进去，看这边天路好像有一个转点的动作啊，马上 Forgetting 又打掉两个，双杀 double kill。对。被补枪打掉啊！不过这边无所谓，黄子也是一个及时补枪，但是漂亮又补回来。哎呦，被 A 点的 R 老师穿掉啊！这边弟弟补掉 ，R 老师还应该还在 A 点，因为刚刚穿掉了那个黄胜啊。应该不是，刚才黄胜好像不是 R 老师穿的、啊，就是 R 老师穿的啊。哦，看一下，他现在其实不知道对方的血量。对，看看这边弟弟，好漂亮！最后红血秒掉了最后的 R 老师啊，这应该是25 HP， 那个架枪架的好，正好是出来冒头那一瞬间，直接一枪带走了。因为你想，你25，你如果说不一枪秒头，你马上就被人家带走了，人家一枪就把你解决掉了。只要机枪打身体，一枪就没。对啊，希望刚刚这一局弟弟的非常出色的一个发挥，能够扭转场上这一个被动的局面啊。而且弟弟现在手感已经热起来，他已经是在天路这边率先达到一个2位数的击杀。对，看看这边。刚刚这局还是依靠天路个人实力，我觉得在这张地图上，哎呀，好的，打掉又被补掉，这边刷屏又悬了天路这局，我觉得天路打得太着急了，为什么？心态上好像老是放不是特别稳。对啊，这样一个防守真的是，这样一个进攻，这样一个进攻有点让人看不懂啊。我刚才那回合也是如你所说，他其实没有靠战术，是靠弟弟的个人能力最后给翻掉。就是说，我就说有点看不懂的原因就在这儿啊。到了目前进行了说炮灰死亡局是吧？有十局炮灰一收的话，大概有7-8局，天路这边你看不到任何战术的东西出来。好像就是像一样画葫芦一样，就是我好像画一个圈，然后就摆上去就是。对，就几乎看不见天路的能够先率先击杀心态的队员，老是心态先击杀天路，然后到来补枪。对，然后这边心态有人数上的优势，然后最后拿下这局，就看不到天路这边能够有个优势，人数上的优势。这局又是个经济局啊，经济局完了以后11-2，这个比分已经进一步被拉开了，我觉得真的是要想想办法了。上半场说不定来个13-12、13-2都有可能。对，这边弟弟是击杀掉 Forget， 然后这边天路抢了把枪，然后慢慢的摸到了这个位置，啊，又一个漂亮，这边弟弟哎呀马上被补掉，补枪补得非常迅速 ，Oh my god，
不敢去了，这局 LT 不敢去了，没什么没枪械。这边就 King 城打幺浪的七七，三 v 二，这局看看能不能翻盘啊？对，但是对面有点不是特别健康。对，关键看 King 城这一下拿了把枪，能不能够有所发挥？可能这么一梭子就能把对方两个人带走。这门可以来扑一下了。哎呀，这一下怎么没人扑啊？这刚才应该想放一下吧？没敢来。哎呀，这一下扑的太晚了吧？这一下。没有人过来补枪，这个没搞懂啊，这个 MO 这个动作，刚刚第一时间没补，第二时间一个人冲进铁门，反而现在形势是 LT 一个一 v 二，送铁门好像想把自己给送进去一样，对，没搞懂，我真的是没搞懂。这边这个穿射，看看 LT 这下来应该是会被对方防守内场的队员给听到。这边 Rita 应该黄房应该比较近吗？看看下，好，这边进去以后被打掉，11-2，这样一个比分，我相信是很多朋友都没有猜到了一个比分啊。是，包括咱们俩包括我自己也没有猜到这样一个比分，我猜到心态上半场是有优势，但是没想到这个优势会那么大。对，这个坑我觉得天怒给自己下半场挖的这个坑挖的太深了。我觉得 Alexia 现在对于自己的曾经的老队友 老的同胞们现在绝对是怒气不争。那么习惯 K 看过喜欢 K1 的职业联赛的朋友应该知道，那么去年的 K1 联赛的话也是这样，天龙在全胜进入决赛当中爆冷，丢掉了最终决赛。对，今年难道又是这个样子吗？他们就是像上一届牛破一样，就是没输，但是我要输就输在最关键的点上。还要主要是怪你没有采访心态，没有采访心态。这边上来又是被打掉第一个，而且 King 神也是没太多血量了。好，这边 King 神还非常的残，这门补掉，弟弟的枪还是非常非常硬的。对。这一局天龙必须要拿下，再不拿下上半场，哎，个比分被拉开，这真的很难办了。下半场，哎呀，哎，被白了一下。神切手切的真的是很及时啊。对，这手法切哪儿白哪儿。对，看这个能不能够打掉弟弟这一下，应该知道对方在这儿，因为对方扔了个闪光的。好，这边，哎，知道。没有穿到吗？刚才那一下。没有，他在这一边，他穿的是另外一边。好，出来。好，哎呀，这个时候连枪法都有点走形了。这刚才为什么那一下好像有点泼身上的感觉？对，我们看刚刚 forget 那一下有一点那个什么呀？好，上半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13-2。13-2，下半场的比分很困难了。我觉得这一分最后一分，天路应该怎么说？不要受上半场这个大比分的影响，能够拿下这一分，因为12-3和13-2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是的。但是下半场的话，其实对面离赛点太近了，这个压力真的是非常的大。对，看看这边天路，这边天路主要是作为土匪的进攻的时候太不给力了。对，太不给力，也不能说他什么不正确，只是好像特别容易被对方针对一样。对，完了以后我想去采访一下他们队员，为什么上半场这个进攻完全是看不见任何天路的影子在里边。这边佛盖在烟雾当中混死了 MO， 又是混死一个，对面也是想过来补枪，但是也不敢往前冒头。对，不知道你，哎，这里又是被白了一下。没关系，白了他可以跑掉，白了也还打一个。这佛盖的，今天已经17个 frag 了。对啊，这边心态集体上头了，哎呀，有点困难了。这局上半场比分应该13-2了。13-2。啊。13-2了。4-2。4-2。天龙应该一上来被心态这样一个火热的状态给打懵了。对，好像还没有反应过来，完全没有反应过来。King 神漂亮，清掉一个，秒掉一个，上去，黄方口钻进去，还说不定。哦呦，又一个，能这两枪非常漂亮啊！这边弟弟在哪儿？他为什么迟迟没有跟他们和 King 神好像做一个汇合？应该是书包掉那个地方了。哎，好同学来集合捡书包来了啊！但是对面在手包了已经。对，这下交锋很关键啊！对，双方就是这个书包争夺战。哎呀，被不掉。Not 七七。哎呦 ，double kill， 13-2，这样一个比分，我觉得任何队员任何朋友都可能没有猜到这样一个比分。是，这分数如果说是天路13-2，有可能，但是没想到对面最多就打成个平局吧，可能7-8、8-7，没想到是把天路给压得如此的低的一个战绩。对，去年的 K1 联赛，天路曾经在这个地图上也是这样一个比分，上半场落后于伊藤，然后下半场14-1翻盘。14-1。对，但看今天会不会有这种状况发生，我们来看一下。我觉得希望很小，非常小，不可能。对，非常小。而且我希望千万不要和上一年面对伊藤的战绩一样，因为这个是输了的。好了，看看这个首胜局，这个首胜局对于天路来说是必拿。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心态这边是当 T， 而这边天路这边是当 CT。是，这个首胜局要丢掉的话，天路就基本上第一张地图就交代了。对，就赛点就可以拿下了。对。好，这边哎，我直接把弟弟打了半血啊，这一枪。
弟弟有点怂了，表示对面是什么眼神，我人都没看到。对，你火眼金睛吧，你是一枪把我打成这样，我招谁惹谁了。这边看新台这边队员整体全部上两位数击杀数，对，全部都是两位数。而这边的话甚至这边 A 点直接发起攻击，铁三层、啊、哎呀这要被炸，闪光还是雷，哎应该是闪光，闪光闪光，我给他秒掉了 LT。 A 点放下 CS， 这一局对天龙来说又是非常不利了。对， A 点这边放了 CS 全部躲了起来， USP 你只要一拆八我就一起动。这边弟弟还不敢轻易压钱，因为有人断后，哎呀危险，他第一血太少，完了守阳局，这样应该交代了守阳局。正门交代了，交代了，这样守阳局应该交代了。这样我觉得第一张地图应该没悬念了，甚至弟弟和黄健两名火枪手啊，不行啊，现在这情况。对，弟弟漂亮。我们看这边心态的队员们的这个气势也很足啊。对，确实这样一个比分气势还不足了。没有理由不足啊。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对，天路这边我看从队员的表情上来看的话，都集体萎靡了。他们自己可能也搞不懂为什么自己是决赛会这样一个发挥。是这个14-2的战绩对于新台来说就是一针强心剂啊。对，这场比赛我其实还是猜对了，我猜对了一个大比分，只是方向猜反了。猜错队伍。好了，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是这张地图应该没什么悬念了啊，新台是一个大比分获胜。好，看这里的话刚才是没有看到俯视图啊。对， A 点直接摸进来，被打掉第一个，互换补枪，门又被补掉， Not GG 又是补掉了对面一个，而自己队友的话 Oh my god 还是补掉对方一个。弟弟摸过来铁门，哎呦又打一个，要翻盘，哎呦差一点，难说难说，差一点，对，差一点，最后一个 MO， 但是对方两名土匪都有血啊，而且 MO 没有枪，赶紧捡一把，地上有什么，哎呦、哦、漂亮，被打掉，这样的话13个赛点，十三个赛点，现在已经是拿到15分这个大赛点了。对，再拿一分，这分就要天路必须得起枪了，肯定起，肯定要起啊，赛点 啊，没有悬念啊，这个必须要起枪啊。哎呦，这个状况真的是没想到啊！我从你这，我就听出来你对啊曾经的老队友是无限的一个叹息啊。啊，我觉得应该给他们打一个强心剂，就是不要再去过多想这场比赛了。对，这场比赛已经过了，想一想第二张地图了，可以为下场比赛做好准备了。是，这边是直接来了 B 点直接强行突，被 King 神打掉一个，互换他的弟弟，非常快 ，Oh my god 的补枪，弟弟把 MO 补掉一个，补掉一个，有把 Famas， 哎，这局难说哦，3v3，难说还难说，这局难说是难说，但是比赛又漂亮，拿下，对 ，MO 又打一个，补掉2v2，而且山楼下是有人吗？这边 LT 在这个位置，斜坡这边是有个人啊， LT 站在这个位置，看看这边 R 老师，要不一不小心的话就要被，哎呀，R 老师这样打掉了 LT， 看看黄镇最后一个黄镇，两名队长的一个击杀 ，Forget 和最后的黄镇，对，两名老队友啊，稳了一下，决定来到这个位置，准备慢慢摸出去，哎，看到一个，打掉一个，第二个，哎呀，好的。很顺利啊，16-20比分。好，最后没想到在新泰战队在第一张地图上是一个天路，在第三季零败的地图反而是交给了，这第一次就交给了我们的新泰。这谁也没想到了一个比分，谁也没想到一个结局。是的，没想到最后在第三季最有希望的一张地图上，应该说这张地图应该是我们天路非常看好它的地图，没想到是被对方给翻盘了。要知道我们天路可是100%的一个胜率，而对面的话仅仅40%，所以我相信很多天路觉得支持天路的并且是热爱天路的观众们非常的无法理解他，包括我们也无法理解这个比分会差如此大。对啊，没想到，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为什么第一张比赛地图完全是这样一个表现。第一个当然是心态这边状态都非常好，打得非常不错，但是第二个是天路这边的上半场作为进攻方的时候迟迟没有想到办法，这个是我觉得天路这支队伍完全不应该的呀。好像就是我这一招上去就明知道不行，他还会再上，就是一直没有找到那个进攻的方法，就一直被对方压制，然后一直没有想，你自己也没有想办法去扭转这个局面，改变他去，看不出他们有任何的改变。对，这让我看不懂的一个上一个第一张比赛地图。是，我相信也很多观众也是无法理解他上半场会打成这样。对，有啊、这个还好我们翻过金刚呢，是没有博彩，这个要是有博彩我真的是搞不懂他们是背后有什么故事。有点像算了，这就我们不要去扯他了，不要说了，再老让人家开玩笑就
说动了都是内耗。对呀、啊，啊，嗯，都是自己人啊。对，不过我相信接下来对于天路来说，其实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总结一下经验，因为第二场比赛又是一个不定性因素了。啊，这个坑给自己挖的太大了，一上来不光是丢掉第一张比赛地图，而且是这么大比分丢掉比赛地图，这边心态、这个气势和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对，你如何能在第二张比赛地图？能够把这个气势给挽回来，对，这个局势给挽扭转过来，但是很难，因为对方这个气势这个状态已经在这儿了，你怎么样扭转得过来，那个真的是要靠真本事了。而且心态上其实他们心态这边也比较放松，因为他们现在可以赢了一局，50%的冠军在他们手上了，其实对啊，2-1嘛，啊，而且是这么大比分啊，对啊，就说而且每名队员的这个状态，你看击杀数都是上双啊，所以这个这样一个真的是我赛前没有想到的一个局面。是的，我相信很多观众也是没有想到，但是第二场比赛也是我们 Alex 所说新地图，也就是圣托里尼，对，这张地图上应该会出现非常精彩的比赛，也是对于下一张地图我们也是有个期待，也希望我们的天路的队员在稍事调整之后啊，也可以忘记刚才的那个大比分的一个压抑，并且是重新鼓舞起队友的精神，来面对接下来一场比赛。好，那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本次赛事唯一指定显卡品牌英伟达对本次比赛大力支持，同时感谢本次赛事唯一指定外设品牌赛瑞对本次比赛大力支持。稍作休息之后，带来今天的第二场比赛。
it up. Tell them light it up. Tell them fuck, this is a night with us. And we gon' party, party, party from the night. It won't stop till the bed late, late. Scared of my pieces, eat them up like greasy pieces. I play for peace, drop a lyrical skills missile. Epidemic, I'm bad. Hot enough to make a thousand MCs mad. What?
七年的网游王者，跑跑卡丁车，数据大监狱。2006年3月17号，跑跑卡丁车正式评测。在76年的今天，共有3.4亿玩家在游戏中建立了角色。如果按10亿的中国网民来计算，也就是说，平均每4个网民中就有一个网民玩过跑跑卡丁车。据统计，跑跑卡丁车的游戏总时间超过10亿分钟，这相当于1700万小时、70万天、1940年。如果在历史的线轴上来表示的话，那就说明从东汉时期开始，就有玩家开始享受漂移的乐趣了。跑跑卡丁车中的数十名游戏人物都是大明星，他们拍过电视，上过代言，坐过车模，赶过羊群。人气最高的莫过于勇敢坚强的皮蛋，个性十足的跑跑。而女性角色的第一名居然是冷若，真是出乎意料。在跑跑卡丁车中，一共出产了388台赛车，玩家拥有最多的赛车分别是爆裂 E2 和爆裂 C1， 总和近5亿，堪称国民赛车。如果总计玩家在游戏内行驶的总公里数，那么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31000米，相当于绕着地球赤道跑了75000圈，相当于地球到月亮来回往返3000多次。如果你足够疯狂，我们完全可以来一次太阳系环游，从地球出发，经过土星，直接长途奔袭到天王星也没有问题。看到这里，大家是否觉得震撼无比呢？没错，这些数据正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在未来，跑跑卡丁车还将与大家继续向前驰骋，创造更加美好的漂移时代。星陨之石打破千年的封印，快来寻找吧！得到它，我们就可以征服世界。黑暗苏醒，心魔再生，黑色行动即刻打响。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由 Mass TV 给您带来的 K1 职业联赛第三季的比赛，我是小兵，我是 Alex。首先感谢一下本次赛事唯一指定显卡品牌英伟达对本次比赛大力支持，同时感谢一下本次赛事唯一指定外设品牌赛睿对本次比赛大力支持。好，我相信在经过刚才的第一战之后啊，今天我们决赛第一战，星泰最后以16-4的战绩拿下天路之后，我相信很多人的心情也是非常的低落。这有悬念了，我只能说有悬念了啊！有悬念。星泰这边一上来给了大家一个非常意想不到的这样一个开局，就不知道这场比整场比赛结果会不会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呢？所以说接下来比赛越来越有看点了。是的，这是我们本次冠亚军争夺战的积分榜，现在星泰在第一张地图导弹基地上是以16-2的战绩拿下了天路。对。接下来这张地图圣托里尼岛天路啊必须要获胜，再失败的话冠军将是属于星泰的了。对，而且我相信对于天路来说，他们的气势必须要重新再鼓舞起来。我觉得重点是他们怎么样流转上半场，就第一张地图那种情绪，那种低迷的情绪。因为就像刚刚我和小兵在聊到一样，因为在上半场从一上来他们就是逆风，对，包括在中途有一局地理在9-1的时候，然后一个1-1拿下那个尔老师打成9-2那局，我觉得那局在我们看来非常精彩的一局，但是你看到天路那个镜头扫过去以后，他们队员好像都没有任何的反应。对，就好像觉得好像哪怕这一局拿下，我也只是一分而已，是吧？一分而已。结果果然是一分而已。对，感觉就是死刑变死缓。对，反而是从我们从第三阶段，包括从三强比赛看的时候，那时候天路打的是非常有气势，在那个小房间里打的都很嗨。因为到时候大家等会儿比赛的时候，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个右左下角的那个屏幕。对，那时候选手会在里面就非常的给劲儿，非常的那种声音亢奋那种感觉。对，非常亢奋。对。但是刚刚第一场比赛就是说是完全没有看天路有这种亢奋，反而是星泰这边是完全亢奋了。对，完全就是一分一分，一分接一分拿的，好像整个团队士气就是伴随每一分，他们的声音的分贝也是不断在上涨。对，有点挡不住的意思。对，挡不住。而且从后期比赛可以看得出来，下半场其实我们甚至有说过可能来说会有个小小的翻盘逆转，但是没想到下半场也是首相去拿下，然后就是顺利的，除了当中被好像当中就是直接被他们拿下了。其实13-2的时候，那个时候，还要去相信天路翻盘的话，那真的是自己在骗自己了。对，但是我认为这其实也是一个好心态嘛。我觉得这第二张地图的话，真的是对于天路来说非常难了，因为第一张地图这个坑给自己挖得那么大，对，把对方的不光是让对方赢了，而且还是把对方的士气充分的调动起来了，养肥了。对，第二张地图又是这样一个新图，觉得我真的是哎呀太困难了。对，这别再让我预测了。这我的预测就跟我之前预测准了都没有用，关键是今天决赛预测对了那才是吧？就跟那个星泰的发挥一样，之前发挥的再不好也没什么，只要今天像 Oh my God 一样，我今天决赛发挥好了，那才是最关键的。对，好，今天的话，我们第二张地图也是在休息之前也是有一定的预告，有预告，我们第二张地图将会是圣托里尼。对，好，这张地图的刀战区我相信就非常的有悬念了，到底是。谁选？好，我们也是来大概了解一下这张地图，来进一段地图 VCR。好了，圣托里尼这张图也是作为 K1 职业联赛第三季第一次入围比赛地图的一张地图。对，这个地图的话，进攻方通常会像现在大家看到这样啊，通过这个车道啊，对，攻击 B 点，还有和中路一起攻击 B 点。对，整个 B 点的话是比较开阔。对。这里的话将是通过一个中门，对于双方的话，其实匪这边其实只要断后就行。对，中门这个位置可以攻打 A 点，也可以攻打 B 点，那通常情况下都是在这个位置断后，像刚刚小兵说的那样，等队友进攻的时候，从中门那地方摸过去打屁股。是的，而这里的话，对于 A 点我们就不用太过于说，一般来说都是出其不意会打这么一轮，但是不会作为主攻目标。对，因为地图这个房间非常难攻，太狭窄了。对，太狭窄。这张地图的话，真的来说，对于天路的来说非常困难了，因为就像刚刚我们赛前说的一样，六可是天路的这样一个强图，对，结果他大比分输掉了。但是在圣托里尼岛上的话，这是星泰的一个强图，对，这是星泰的强图。星泰在作为进攻方的时候，有很多就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战术，对，包括 A 点。通常情况下，这个地图经常攻打 B 点，对，但是星泰在进攻 A 点的时候，有一定他的这样一个战术，他有自己的战术理念。对，他那一波闪光扔出去的后，防守的那个警察
全白的状况下，然后他的进攻队员可以混到 A 包点里面去，所以那个进攻套路是我之前没有看到过了。而且这个点其实是个双刃剑，因为你难打必定就是意味着好守，一旦你放下包之后啊，进攻方放下包之后，其实你也 CT 也是非常在难夺回这个点。对，我们来看看这个刀局。是，确实今天哎呀，天龙，我其实在赛前的时候我说要看心态要获胜的话要看这第二张比赛地图，对，结果没想到心态拿下第一张比赛地图，因为我们都说第二张地图可能是个转折点，对，但是没想到第一张地图就是个翻盘，就先给你转折了啊，反而第二张地图成为天路这样的转折点。啊，这里我相信，哎，天路当局有戏，这局有戏，聘神终于发挥他体型大的这个优势了，一个人干掉两个胖子。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我们的天路这边拿到了选边权，他应该会选择防守方，防守方，因为他之前在对阵溜缝的时候，我不知道小兵有没有记得，在三强赛的时候，在防守的时候守了11分，所以那时候好像是溜缝主动选择当进攻方，对，主动选择进攻方，结果没想到是天路的防守那么给力，所以今天这场比赛这个地图的话，对于天来说是不容有任何失误的一张地图，这一场比赛再丢掉，拜拜了。对，真拜拜。我觉得拿到第二名对于天路来说就是一个失败。对，其实我觉得这张地图其实还要可以分一下，如果说天路他现在就是作为 CT 和 T 的话，60%是我赞成是拿 CT， 就 CT 还是为主，但是40%的概率可能会是拿 T， 是吧？没有为什么，我觉得他应该会选择 CT， 我还是觉得应该会选择 CT， 我也是比较偏向于 CT 这边，但是也不排除会有一个拿 T 的可能。嗯，但是选哪边啊，目前来说对于天路来说都是这个考验，都是太大了，没想到，真的我也是没想到，我这一头的问号我都想不到，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今天天路的发挥让人感觉那么意外，如此的惨淡。对，刚才我们赛下也是一路追着天路的步伐，想去问他们为什么这场比赛会输成这样。是啊，或者是天路玩的就是心跳，为了给他们的粉丝这样一个心惊肉跳的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这个感觉给的太强烈了一点，过分了。啊，对，有点过分了。是，你老老实实拿下第一张地图，第二张地图丢掉了还好，你第一张地图没想到你这样玩啊，就玩第二张地图又是个未知数比较大的图。对啊，这今天是决赛日啊，如果说今天不是决赛日，给我感觉好像是第一阶段的天路在比赛一样，因为第一阶段天路比赛那种状况那种状态就这个样子啊，无所谓的一个样子，坐在上面我什么都不管，然后我干掉你一个我就干掉，爱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对，我就特别记得第一阶段打心态的时候，在沙漠二上被对方打了个16-3。啊，我记得那场比赛是完全无所谓啊，我反正就老老实实守，我默认防守，我也不想什么方法，你爱怎么攻你怎么攻，也没什么战术，对吧？我就白挺了，这边什么开就什么开，然后等到我打完就没了。对啊，刚刚决赛第一场就有人这样。没有，我觉得第一场应该是被打懵了。打懵了，我觉得打懵，决赛敢这样玩，我觉得这个胆子太大了。而且我们刚才知道，其实是导弹基地，我们天路是把第一次交给了心态。啊，第一次啊，对，第一次。但是这张地图的话，其实双方在数据统计上，我刚才得到一个数据非常有意思，双方在这张地图上都是2胜1败的战绩，66%这么一个胜率，胜出李尼吗？胜出李尼，对，胜出李尼，66%的胜率，双方胜率在这张地图上是一样的，就是要看各自的一个今天的一个战术了。对，哎呀，真的是，其实从今天决赛第一张比赛地图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你之前那种数据再怎么华丽再怎么样那都是浮云，真的是啊，最重要是决赛的时候这样一个发挥，确实能进入决赛的话，至少从水平来说，从那种状态上来说，我就不会轻易要丢掉这场比赛，我已经到了这儿了，我特别是心态这边我已经进入决赛了，我已经淘汰六分了，那我觉得我已经赚到了，如果说我来还能打败你天路，我能够啃下这个冠军，那我真的是赚嗨了，我就他现在就是赤脚的不怕穿鞋的，对，我能踩你一脚那我就爽了。对，他已经成功的把牛破这个脚给踹下去了。对，反而天路在那边就是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冠军。对啊，我要这个冠军我不是要去拼的，我是要去保的。对，保他这样一个心态面对心态这支队伍，哎，好绕口，这个完全就是不一样，一方就是和你亡命一搏，另外一方就是希望能把这个冠军荣耀重新包揽到自己怀里，然后我就开开心心回家，该干嘛干嘛。啊，是，真的是有点让我意想不到。是，在这里的话也可以和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现在正在收看我们的直播，如果说想和我们互动并且讨论一下的话，可以登录我们的新浪以及腾讯微博进行一个互动，并且在我们的 KYCT 也会有个论坛活动，和大家同步一起参与，一起讨论。好，刚才我好像是听到了呐喊声啊。对，应该是心态这边靠近我们解说席这边心态的声音，加油，哎，加油的声音。上一次离我们近的，哎，这边天路果然是重振旗鼓了，终于是抱在一起重新喊了一下，因为确实现在他们已经是站在了悬崖边上。
对，再推一把就把自己给推进去了。说句又要说句俗话了，我们经常说的，三分之二的身体已经在悬崖边外面了。天龙，你好，天龙，你好，天龙，你好。啊，真希望他们等会儿的状态能有如他们刚刚那种呐喊声一样，能够迅速的流转过来。确实，这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不容有失了。再失你们就玩大发了，要把自己给玩进去了。再这样毫无抵抗力的这种失败的话，我就回去要挨板子了。回去 Alex 一人给一板子。挨板子，我为什么要挨板子？我也跟我没什么关系了啊。我觉得作为曾经的老队长，回去绝对教训一下。曾经天路的老队长啊，嗯啊，是。如果说我现在还在天路，我还是天路俱乐部成员的话，那回去等到决赛一结束，今晚上就不要吃饭了。回家晚上一人一个键盘，然后把键帽给拔了，全给我跪键盘上。你太狠了，头上顶一杯。我觉得以后俱乐部应该请你去当领队啊，或者当教练啊这种。我觉得只要谁发挥的不好，你就可以这种惩罚招数就来了。这其实也是好的战术嘛，对吧？回去不敢输。好了，我们还是把话题回到这场非常对于天路来说是吧，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了啊！这场比赛心态这边还可以玩玩火的话，天路这边这里为什么上来就少了一名选手？是没事啊 ，Rita 可以重来啊。对，只要不是比赛中途掉一个，那就还好。因为之前我们可以看到比赛中途掉队员好像那个都没有暂停的。对，没有暂停。对，这个比赛开局掉的话，应该是会重新开始的。不过这里上来的选边肯定是固定了，由我们这边 CT 是由我们天鲁，而 T 的话是交给了我们的心态。对，好，这里是蓝门。对，我们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会儿啊，这边天鲁是谁呀？ LT 啊，对 LT Rita 啊， Rita 机器好像有点问题，应该是双方队员要重新，这有点，他们要重新退出服务器，要重新开始。对，应该是要重新退。对，全部都要退出服务器一次。好事多磨啊！这场第二场比赛地图，我觉得这个好事多磨是对于心态吗？还是对于天路这样说法呢？这我相信对于心态这边反而有帮助，因为对面刚刚是把士气重新打上去，然后准备全力以赴的时候掉线了，还得重来。嗯，接下来真正就是考验天路的时刻到了，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退路，也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了，那就是你要拿出你的真本事来了。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其他话好可以说了，这个时候说太多以及分析太多都是无用的，建立在假想上，其实分析都是我们在假分析嘛。对，最重要是五名选手你要如何流转，最重要的，我之前有做过选手，最烦的就是这种 BO3， 你第一场你输给一个你自己认为你肯定可以战胜的对手，对，而且是这么一个情况的失利，这样你在那种感觉迅速能够拔出来的那种感觉，真不是像我们说的那样简单。哎呀，没事，第一场忘掉就忘掉，马上就能，这不是我们说的那么简单的，是非常的被动这一下。对，因为大家知道，如果你特别亢奋，那么你在第二张地图上你亢奋会很容易。对，但是如果你第一张地图比较低迷，你让你马上要留着一个低迷的状态，马上要投入到非常，对，就很困难了。对，非常困难。对，所以说这个开局我觉得非常重要，如果说开局再被心态这样很顺的打下去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很悬。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天路这些，因为他们已经是换过人了嘛，如果说他们这些选手能保持原天路的那股韧劲，我相信这场比赛也是天路可以拿下的。嗯啊，我再也不敢预测了，我觉得这场比赛我反而是比较靠心态了，真的。现在遇到这样我越靠好心态，因为第一张地图是这样，然后第二张比赛地图又是这样一个气势，双方就是我觉得我比较看好心态。比较看好心态。对，好，那就是说可能要面临一个心态2-0带走天路的节奏。对，有可能啊，有可能。可能这小兵还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看好，因为我曾经我在解说比赛的时候，目前为止有90%的预测成功率，我就是预测哪支队伍获胜，哪支队伍就失败。真的，只有习惯听我解说的朋友都知道，我有这样一个乌鸦嘴，所以大家都叫我叫乌鸦嘴。我觉得咱们俩这期也有共同点吧。对啊，你采访谁失败，我是预测谁失败。除了那个三强的时候是采访没有成功鹰眼，但是从前面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所有的队伍全部过来，百分百，谁来谁挂。对啊，你那采访我的时候，我那天跟那个谢岩搭档，我预测比分预测错了。是吧？那天我还记得是我打电话给牛凤，我说牛凤，你们过来采访一下吧。他们跟我说，丁哥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全体都不舒服，我们都不来了。情况请不来，我找谁都不来。我后来我一拍大腿，算了，我们把我的老搭档 Alex 给叫过来吧。结果没想到，我预测比分预测错了。你也会中这个魔咒。对啊，我觉得哎呀，我们俩真的是好哥们儿、好搭档啊，连这个都有共同之处，真的是无法找出一些科学的道理来解释这个事情。是吧？
有些事情呢是无法用科学道理来解释的啊，对吧？这其实还是有一段渊源的。渊源。对，但是我觉得圣托里尼上天路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劣势。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阿老师他的带队指挥风格要比 LT 更灵动、更有经验一些，有没有觉得？这个看怎么说啊。竞技场上的话，大家都习惯以成败论英雄。对，成败论英雄。确实是这样。你赢了比赛，你打了你过你内容打得再丑，大家都是哎呀好啊，哎、你这个战术好啊，一个点就觉得哎呀，怎么总能找到夸你的点？对，你只要一输比赛，有可能不是你的错误，都会说成是你的错误。对，说这就是竞技的魅力吧？可能给我的最大的感觉就是这样子，说最大的困惑啊。为什么？其实我今天可能看到第一张比赛之后，阿老师带着心态赢了，哎，我可能马上又倒向心态这里。阿老师真棒，真厉害。啊、等会儿这场比赛，万一心态天路里赢了，决胜图我们俩也要打那边，我觉得我们俩才真正的那种相同场。啊，往那边冲，我们就往那边倒上。不过说实话，因为我是比较接触过两位队长嘛，两位队长我都是有很深的聊天以及是一个交流、嗯。我觉得其实阿老师他作为指挥方面真的是要比 LT 要更灵活、更老道一些。灵活一点啊，确实是这样。我个人认为的话，两个人是不相伯仲了。不相伯仲啊！我在做选手的时候，嗯，因为那时候跟 LT 也是有接近，我想想啊，有五年的时间是作为对手。LT 五年，从2006年一直到2010年，五年的对手，我带的队伍当中是在大赛当中从来没有输给过他的。没有，这是在变相的炫耀吗？不，他下来跟我开玩笑，啊、就是他可以战胜任何对手，啊、但是好像你就 Alex 好像你克我一样、啊，就不管我带领什么强人也好，带领弱兵也好，老是运气会站在我这边。啊，那我回头一想，哎，确实是这样，我带领强人赢他是理所应当，我带领一方就是新人能还能赢他们，我就觉得有点，哎，要重新再叫了一次啊，这第二次。重新把怒气值给刷满，对，给我感觉好像是放了一个重放一样，这不是啊，这是我们第二次在为自己在加油了哈，因为确实刚刚之前叫喊了一次，中途有个小小的插曲，对，掉线了，确实比赛中叫喊，为了让自己马上融入一下这个比赛气氛，我觉得大头这样一个士气，鼓舞士气的这样一个作用，这场比赛一定要好好的发挥出来。是的，要想你的肺活量肯定是你们这四名瘦瘦弱弱选手当中最大的。对，1-0，我们可以看到外面那个灯光啊，这个一怎么看都觉得舒服，那个零怎么看都觉得怎么不舒服。对，怎么觉得就是个光板不好看。对，最后的决赛，我们来看一看，对于天路来说没有任何退路可言的决胜地图，圣托里尼。上一年跪给了伊藤，今年不会跪给心态吧？我觉得你要呸呸呸了。心态的那个啥，天路的粉丝肯定要赶紧去小兵呸呸呸了。对对对，我觉得呸呸呸的确不应该。你看我都果断的调转枪头支持心态了嘛，是吧？那我现在就果断调转枪头，我支持天路，支持天路，你还支持天路？好，那我支持心态，看看这个上半场的死亡局。好，这边的话天路还是 CT， 而对面的话心态选择 T。对，看样子又会是进攻 B 点啊，这样子。哎，这里是对于斐扎斜坡，侧到斜坡这边是有一定的一个侦查，然后中路再埋一个漂亮，弟弟打掉第一个上来，天路看起来非常顺利。哎，我觉得这个战术好像见过，记得吗？弟弟在南门这边做一个侧翼的掩护。第二个弟弟又是一个，今天弟弟第二个弟弟好像迅速扭转了局面啊，有点猛，有点猛，挡住，对，挡住了。但是是雷斯一个，对，这边 Forget 也发挥了，最后1v3。对，但是这边三个都不是特别的健康，有机会，他也没太多血了，对，他也没太多血。哎，这里弟弟打掉。漂亮，这个游走非常的漂亮。我觉得第一张地图的时候，就是弟弟的发挥是正常，对啊，达到两位数，其他队员都是比较那个啥。今天第二张地图一上来，弟弟这边又是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对，特别是 MO 啊，在上一场比赛其实到最后就好像杀了五个人，对，弟弟那个上一场 MO 太低迷了。我觉得三个火枪手的话，如果说有一个人发挥的像刚刚那样很悬了，如果两个人发挥都有戏，但是这场比赛地图真的是要好好想办法了。对，一上来这一局终于是有一点优势啊，因为对方没有放下 C4。对，而且刚才其实，在弟弟这他一直在守 B 点，有没有发现？他整张地图就是个 B 点。对，而且他守得非常好。对，非常的好。我们的小片记得他们在对阵溜坡的时候，完全靠弟弟在 B 点一个人在扛大旗。对面甚至就是为了躲开弟弟这一个非常强势的个人，最后一个现在说，哎，漂亮，嗯，没悬念这一局，没悬念。这边我觉得心态应该会钢枪啊，果然。我觉得这样，这个开局对于那个上一张的那个开局好像啊，上一局是心态拿下首钢局，然后第三局然后天路起枪，
对，然后这边是天路拿下沈阳区，然后那个心态起枪，起枪，就是所以说，如果说天路这边能够拿下这个关键局的话，会不会也是像上一张的地图一样呢？四五六，顺便就全部在包揽。下午两弟弟一上来，又是打掉了对方一名队员，而且自己是全身而退，对面这个侧道下来很莫名其妙，或者说刚刚那名队员走得太快，对他没有等自己队友，而且是对面架枪正好架在你侧道这个点上，出来就是一枪爆头带走。对，然后弟弟又卡在这个点，好、哦，被白了一下，黄正被打掉。这边诺特七七已经摸到了这个位置啊，诺特七七他自己当心点，侧道这边好像有点慌，对，怕有人过来掏屁股。M O 换了一个，哦，这里是在穿，没有穿到，再点被打掉。哦、哎、，M O 这个发挥非常关键啊，那 B 点好像被占领了。B 点看一下，哇，果然是被占领了。对，两名同学，而且都非常有血，一个人躲在这个位置，我们来看注意一下。这个位置，我们现在不能报，因为现在有被打掉声音。漂亮 ，Oh my god， 今天发挥真的是太 Oh my god 了。所以 Oh my god， 他是半途进来的选手，好像阿老师准备的终极兵器一样，前期就是不给你们看，中期加入比赛也不是特别亮眼，对，但决赛突然发现这名选手他的发挥可以堪比 Dota 七七，对，我就让你小看我，我决赛的时候我刚醒，对，我就让你就是觉得好像我这人就是过来打酱油的，临时换一个嘛，对，这边跟第一张地图不一样的是，这边钢枪拿下了啊，那边钢枪没有拿下，刚刚这一局因为钢枪嘛，没有任何的欧三、欧四、欧五的掩护，居然都会非常轻松拿下，还不得不佩服现在那个心态的这样一个实力啊。对，被上来的话还是比较吃亏的，被弟弟打掉一个选手。那这里是靠手雷，应该是要扫清，稍微清理一下这个 B 点。这边是经济局 ，M 过来打一个。这边你们第二个，哎呀，差一点被干掉了。哎呀，这边打了个自己人。这是放下 C 四，但是有枪械上的优势，这边冲进来，哎，又被打掉，一 V 三。这个是为什么被打掉的？要翻盘，而老师又被发现了最后一个，危险哦。对吧？手套局翻盘啊！被天路翻盘了，你觉得有可能是转折点吗？我觉得这不科学啊！不应该啊，是吧？这不科学，而且对面现在你看三名选手就捡你枪，捡完枪，哎，这里还有个。这不光是被翻盘，而且你还送枪给对方。对，还送枪。对啊。你看三个人拿了三把你的机枪，对吧？是。咖喱也有 ，AK 也有。是，这边的话，现在应该是要 ECO 了 ，ECO。哎呦，刚刚我觉得这一局有可能是这一局，我不知道会不会成为整场比赛的转折点。我觉得有可能成为这张地图的转折点。对，我觉得这有点莫名其妙，不仅送枪，还送人送钱。对，然后这边心态是 ECO， 但是发了一把枪给应该是给 Note 七七。对，应该是给 Note 七七。对，其他队员都是 ECO。好，这里怎么有点集前 A 点的意思啊？上了这里的一个阳台。哎呦，果然 Note 七七第一时间秒掉了黄胜。啊，有可能这边翻盘要翻回来。摸出来。他没有瞄向的旋转楼梯，是瞄向了这里的侧道。是，这局一上来对于心态来说非常有利啊，场上是一个五 v 四的优势。对，五 v 四，而现在哎，对面这个瞄架枪过来，这边的队员都是没枪的。他现在弟弟不知道这个位置，还不知道弟弟这个点演得非常的好，能不能对面？哎呀，漂亮漂亮，没有放人，哎呀，被秒掉。刚才他其实如果说放人的一下，会不会觉得机会更大一些？是，我觉得应该可以放，因为对方没枪嘛，这下。对，没枪。过来，对方跑了。这下心态的进攻非常的稳健，占领的 B 点并没有忙不过来，而且诺诺七七一个人在那边倒后。诺诺七七其实他如果现在打个爆炸的话，对面真的要命了。没有 King 神断在那个点的，有两个队员在这边， King 神是断着诺诺七七的，然后诺诺七七也在那边断着 King 神，两个要么就是互相断。你看啊，你看大屏幕，两个人互断，你断我，我也断你，你不动我不动。谢谢看到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对诺诺七七肯定是要动。他应该是要进入 A 点，然后直接进入到井家，通过井家的高台来瞄一下包点。是他要么过去跟队友集合，要么他就是过一个人来主打一个这个点。哎呦，漂亮，又被打掉 ，MO 又被打掉，又要翻盘，这个要被心态翻盘了。这局是这场决赛太意外了啊！这两个翻盘都觉得不可思议啊！对，好，这里是 K 水也是被对方打掉，这边马上翻盘被翻了回来啊！刚刚燃起来的那点气势，一下又一泼冷水又。有没有觉得他们在玩那个接荷包蛋，翻啊翻？结果翻成现在，心态又是拿下了。对，我觉得给了天路这样一个机会，天路没有把握住啊，这有点是吧？而且这机会其实也算他们自己争取的吗？自己争取的嘛，你要么是自己有两方面嘛，一方面自己争取，第二方面心态给机会嘛。对。现在你又把机会又还给对方，说你给的东西我不要，我自己要来，有本事凭自己来。哎呦，这个手雷，一个一换一，是把弟弟给炸没了。对，一换一后，这边心态又是来稳住打残局。不是，我想到刚才是把弟弟给炸没了，觉得突然有点冷了，太邪恶了，有点冷，有点僵了。这边 MO 又是被洛洛七七打掉，哎呦，天路一上来又是非常不利了，三 v 四。对，而且这里的话是有枪，对，
对方又继续稳，稳到最后两个人啊，一群人抱团一来攻打的又危险了。K 城现在绝对不敢上来，但是 Note 7他敢下去。对，我觉得天路这边一定要丢掉第一场比赛的那种失利的想法，赶紧想想办法。我觉得 K 城他现在正门这边在等你 rush， 我就过来打包夹。嗯，他在等，他一个人应该不敢包夹，他应该要补防。这边 D 前被白了一下，过来又被打掉，白了一下，哦哟，刷屏被占领了，没戏了，没戏，漂亮，3-3。下一局应该是经济局，对，经济局，经济局以后4-3，而且这边你看这边的经济现在已经很好了。对，再输一局再还可以再保一下长枪，对，就更好了。现在的话，心态这边继续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局面。我觉得现在，我觉得主动权掌握在心态这一边。对，哎，如果说你是天路的，如果说你现在是你带领天路，你会怎么打？如果说是吧？啊，我会让那个啥，让赛事组委会让我重打第一张你比赛地图。这吐槽点假啊。这局因为是经济局嘛，所以说我们不用太关注他。对，只要没有打掉对面枪。是，你觉得刚刚那个办法怎么样？啊？刚刚那个办法怎么样？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是吧？有没有比这更无赖的主意了？好了，看看天路这边要不光要连下，不光拿下这一分，他起码要连续拿下三分，对方才可能 ECO。你看对方的经济太好，对，才会处于一个被动。弟弟哦 ，MO 弟弟被打掉，弟弟又被打残，这边是被残的有点厉害，但是自己队友的死亡太关键了。是，而且这局他们是几枪的，黄正打一个，这边弟弟有点怂了啊，想去又不敢去的那种节奏，换了一个人过去。对，等队友弟弟先转向防一下 A 点。对，这边好像 B 点占领了一波，又退了回去。这个烟雾是给我们看了看，有什么好看的？又是这样一个招数，我们看现在跟之前的战术一模一样。对，他这就是有个断后，不是，他是先一波。啊，打完以后，然后又退回来刚刚的位置，两个人在车道，一个人在中路，一个人断后，对，一模一样的位置。他们就好像就是我压你这一波，只是我能打就打，对，我打不了我又退回去。最好把你压掉，你一点血压掉几个人，那是最赚的。是，看这一下被发现了，哎呦，现在这边不知道为什么全部都残废了，打掉第一个，没事，这边的话还可以补枪，没有补掉。精神，哎呦被打掉，不过现在对面弟弟，哦，漂亮，这边收割，收割的节奏。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最后一进攻的一刹那的话，心态都已经没血了，这样都把天路给推下来了。我觉得混说不定都能混死两个。对啊，两个红血嘛，至少两个二三十滴血的那样子一个状态，这样都把天路强攻下来了。我这有点不科学。我觉得运气，今天决赛至少到目前为止运气全都运气啊，还有发挥啊，全都是在心态这边。是，而且现在这个打法很简单，我就是第一波压制你 B 点，我能打就打，我打不了我稳一下，第二波真打你 B 点。对，或者说他就是上来就耗你嘛，对，就骗你的蛋。我第一波把你 CG 防守的东西全都给骗完，如果说你不反东西，那我来 B 点放 C 四；如果你反东西，那我第二波再来打的时候你就没有东西可以反了。是的，啊，这里是通过，哎，这个位置一定要当心点，对面如果说中路有人的话，对，打战网的时候最烦谁架那个点了，啊，看，果然弄到七七那个点架掉了 MO， 对 ，A 点这边是架的 MO， 而这里的话又是在应该是在中门这边也是干掉对面的弟弟，对。好，这边 B 点已经顺利打进去，知道弟弟是防守 B 点的。啊，这局拿下6-3。下一个侧门假侧道的一个假门包。嗯。好，一个人。黄胜打一个，这个时候没问题，抢把枪不要去了。我觉得不要上了吧。没有，他想去捡枪，没办法。哎，这边 King 神打一个，看这把枪能不能够抢下来。那我觉得就算捡的话，现在啊果然没有机会。对。哦，这边心态气势好足、啊。我好像也同时听到了天路的吼叫声。没有，我看到那边镜头上没有。我怎么听好像两边都有吼叫声？我觉得现在给点劲嘛，天路。对呀、啊，这个时候再不给劲儿，你就准备回家给劲了。赶紧，什么叫回家给劲？给一点劲啊，天路的同学们。这时候一定要 K 声，你的大嗓门去哪了呢？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个人站出来啊。对啊 ，K 声这个时候终于是起了一把狙击枪。然后这把狙击起的有点定点狙，不知道能不能混到一两个人啊？对方一直没有从这个点过。啊，弟弟依旧是对这点。想来一个、哎、两个，有没有？两个漂亮！弟弟这下值了这一下，这下终于是当了个英雄啊！关键时刻还是看弟弟打开了局面。对，这名年仅19岁的选手，看到一个漂亮 ，King 神又狙掉一个，最后一个1-3。对，哎，这里是弄了七星吗？瞄向了中门，怎么这边还被白了一下？应该是弄了七星，应该在断后打了一个，所以 King 神以为他在后路，实际上 King 弄了七星已经绕到了这个位置来。那这局的话，我觉得天路非常有戏的。有戏，这个时候对于心态来说，一定要多打天路几把枪。
把对方经济拖一下。我觉得对于天路来说就是躲起来不要动，我让你来。对，就等你过来。对，因为 A 点离和 B 点相差来说很近。而且这个包好像掉在了旋转楼梯，被弟弟打掉了。对，这边我们看。哎，不要上，不要冲动，对面会补枪的。漂亮，打掉，6-4。关键时刻还是弟弟站了出来啊，但是站出来一局还是不够的，必须要连续有英雄站出来。他竟然就是靠个人能力站出来的，而不是靠团队。对，跟之前捣乱弟弟有点像。对，就不是靠团队的办法，还是在靠个人的能力去扭转这个局势。而且个人能力它是个非常不稳定性因素，不像团队，它就像现在天路现在心态一样，它就非常稳定。对，我们再来看看弟弟这局还能不能够有个非常神奇的发挥。弟弟又来这个位置。哎，这局心态好像要转攻了。对，转攻。转攻另外一个点。打一下 A，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战术。A 点对。闪光直接进来。没事，撩你两下，让你知道，让你不确定到底会难打哪个点。MO 被打掉第一个。这次其实我觉得对于心态来说打的还是比较赚的。黄胜刚起了这局。还是赚现在。对，黄胜站出来了，但是对方没钱。互相互搏。互相刷最后一个。看看最后一个在什么位置。最后一个 T 在哪个位置？哦，看见了。打残。哎呀，等一下，哎呀，没有点掉，为什么？哎呦，太戏剧化了！太戏剧化了，我们都跟不上了，真的是。我觉得这一局黄胜又刚站出来了，打了三个火枪手，难道你们一人站一局吗？这也是好的呀。我觉得不管你用哪种方式扭转这个局面，就跟那个爆头率那个东西一样，不管你怎么杀人，你只要能够留在那个局面都好。对。关键是要有这么一个人能够站出来。那么一人站一局，接下来这局该轮到 MO 了吗？不过现在我们知道，这局如果再接下去，就是要面对心态一个买不起枪了。买得起，有个队员7000多，有个队员5000多。如果说这局如果再贵掉这局的话，啊，这局拿下还能刚。这边弟弟又是一个主动求变。啊，这个烟雾应该要专门针对一下弟弟的吧？是，看到打残打了半血跑了，还在烟雾当中混，然后换一下弹夹。可以在哪里狙击的？应该是在中路吧？中路，他这个架狙击偷人，应该只会在中路那个点。LT 这边，哎呦，这边摸到这个位置来了。这为什么会在这个位置？刚才没有给俯视图。对啊，绕到7000摸到那个位置。哎、有点发愁，应该被发现了。这边黄胜上去，应该要补了。直接被打掉。这个时候主攻方向判断了，全在 B 点。龙头 GG 这下死亡有点莫名其妙。对 ，LT 这边应该稳一下，黄胜又是一个。好的，这边就是像最后一个背包的。最后一个 Oh my God， 退到这个位置来了。这边过来清点假枪啊！这个天路不要主动掉枪了。我也觉得，哎呦，其实他们可以在 B 点、在 A 点，如果再放一个人，然后 B 点三个人在那守着就可以了。因为他们经济非常不好了，这个时候不要再主动去了。对，如果少一把枪就要多买一把枪。就是如果说你少掉一把枪，你哪怕输掉一局你还能买。对。但是你多掉一把枪，你输掉一局你就不一定能买了。我们这边剩下的这一局还能再买枪的。看这局买完以后，下一局还能不能买啊？下局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可以靠人发。对，这局就算现在再输了，然后还能再钢枪，所以说这就是前面几局累积的这样一个优势。这边终于是想个老办法，对于必定要发几个攻击了。啊，这里是弟弟的白刃峡谷地下。对，终于是个老办法，直接过来打掉弟弟混。好的，这下是有点赚，这下应该争取了，背身躲了个闪，对，回楼梯。但现在这个我完全看不见，又是烟雾又是闪光。LT 混是来到这边，黄胜的位置不停的混，又混一个，黄胜现在立功了。对，这边好像又土匪又退了回去吧？对，又是退守，全部退守。哎，这边有个冒头的。对，第二个有没有？第二个没有。但是现在两边队都没血了。这边 K 神又混死一个。对，对面这点血量，其实如果说让天路知道的话，我觉得真的是笑不动了。对，还有一个。漂亮，天神打掉。刚才我好像听到旋转楼梯，谁在说？对，不是我，应该是，哎，是谁在说？对，也不是房间里面。对啊。为什么会传过来说旋转楼梯？我以为谢岩今天坐在他们中间了呢，他不在啊，而且是个纯爷们的声音啊。纯爷们，你这样说黑一下谢岩？没有没有，回头我要艾特一下谢岩。没有，我真的听到一个纯爷们的声音。谢岩是女的嘛，我就说她不在嘛。我要艾特一下谢岩，我说看比赛回放。太坏了，这边弟弟第一个，这边心态又刚枪，他这一局再刚完就要真的是给对方经济局了。对，对。看看这边啊，5-4，看看这局能不能够刚起了上半场，很有可能是个9-6的比分。好，就要看，哎，这个闪光。我是觉得心态这边为什么不采用之前那个进攻方法了？就一直围着 B 点打呀，是吧？他们好像就是被对方带乱节奏，就找不到那种感觉了。好了，就是这样围着 B 点打呀。对，可以退守一下，不要太冒进。黄胜一个一换一，再次互换，对面黄胜又是两个。这场比赛黄胜终于刚起了三个。而且 B 点，哇，手枪又是带走一个。对，最后一个。看看中路在残血，漂亮，听神打掉 forget，
这边最需要千中有人站出来的时候，弟弟和黄振终于是站出来了。是的，这两个人太关键了，瞬间就是把这个局势给扭转过来。对，而相对于可以看一下龙头七七，好像他们在这一局对他的战术安排不是特别科学。我觉得主要是对方的千中这边这个状态慢慢的扭转过来了，所以说就有点困难了。所以我觉得可以在那边放个 Oh my God， 在 A 点附近放个 Oh my God， 而不要放龙头七七。对，这边 King 三 D 三架中路放了个空枪。好，这边是各种雷各种闪，再继续用的太快了吧。第一次然后又回到中路架着狙击，而现在弟弟的话也是防守到侧路，对，侧箱这边不要太往前冒头了，想去再混混到一下，应该把 Forget 给混红了。对，果然 Forget 被打了半血，这边乱龙器又来到这个位置了。这有必要这样吗？自己的位置被暴露了。哎呦，这是在哪儿？我怎么没有看到人啊？看到人，看到一个手臂，但是刚刚洛洛奇这个枪法有点吃力啊，就好像在泼水泼了一墙。对，这边 King 神又去掉包匪。哦，这局上半场应该是九比六，对，九比六是领先结束这个上半场。哎，这边是漂亮，好的，弟弟，九比六。我觉得最关键时刻在六比三被那个心态拉开比分以后，天路终于是让我们看到那股韧劲了。对，我也想说，其实这就是老天路的一种精神啊。对，连板六分，九比六。我觉得咱们俩动作现在有点统一啊。哎，不过说实话，对于下半场让心态当替的话，还真说不定能还能继续做个翻盘。对，看看守望局吧。守望局的话，如果说心态这边拿下守望局，还是比赛还是有悬念的。对，刚才我说的是下半场让心态当 CT。对。这个守望局对于天路来说，如果说丢了守望局，很有可能比分就持平了。持平。对。所以说守望局对于双方来说非常关键。这一局首枪局就是一个是心态的转折点，还是天路扩大自己优势的一个位置。对，看看这边架了个十点，射到下来混了两枪，这边追过来，哎呀，经典不干净，哎呀打掉，哎这个混过来又被互换 ，B 点是被占领，这边警察还想去混，还想混过来，哎其他 CT 其他技能，这为什么我什么都看不见，都是烟雾闪光。对，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在哪儿？发现了吗？在包点。哦，在这边。对，发现了，危险啊！我终于是听到天路的人喊了，刚才那个喊特别激烈是谁啊？大头。大头啊，喊 MO 漂亮，是不是这种？我听到大头在喊。为什么我就没有感觉那种东北纯爷们黄振那种吼声呢？是啊，这样这个时候就对天路来说非常关键。啊，对于心态来说这就是要命啊。还好，至少是一比零有一伤不在握，还好。这个心态还是比较好的。如果说这个时候在地上都被输了，对，这个时候真的是脚趾都抓紧了。好，这里也是侧箱，这边是埋伏了一个，是这边 King 神加一个，我觉得这边哎是对 A 点打进去了吧？对，经济局，我觉得这局的话，天路的 ECO 局应该学心态，我觉得心态在 ECO 局就打得非常不错，对，就是保证自己选手自己队友不死。对，那边好像是掉了把枪吧，没有叫 King 神去捡，还是有叫 King 神过去捡那把枪去。我们看 King 神那个动作是没有过来清点了，直接跑往 B 点那边跑了。啊，这里剩下最后一个是谁？最后一个应该是 Oh my God， 洛德七七，洛德七七。还想打把 USP 没有机会。我们看看心态这边会不会钢枪啊？我赌他们肯定钢。我赌他们也要钢。那他们赌什么呢？啊？他们要赌什么呢？反正赌什么，你看。对啊，我觉得如果不在不钢的话，我觉得不科学。因为这种比分他们不敢再让了，所以他们一定要再去钢一下，搏一把。你不能说这局让你们，然后无论就是赢了之后，我下一场全枪全弹，是没有这种可能。对，我觉得这一局的话，天路可以稳稳的打个战术，因为对方没有什么弹的掩护。对，这里我看天路他是个三二开，三 B 钢枪纯拼枪。哎呀，我正想说这个钢枪纯拼枪，为什么中路就这么轻易来送了？就是，我觉得钢枪的话其实是天路的优势啊。对啊。哎，这里是又要来送，这个混掉一个，又被补掉。黄振这边打一个，剩下黄振最后一个，对面还有一个。漂亮，黄振关键时刻又站出来了，单个送嘛，最后一个 Oh my God 一 v 一，单个送，对，看看黄振和 Oh my God 遭遇战，遭遇最后一个，知道在这个位置，点一 v 三，漂亮，哎呦，黄振哇，这样被他一 v 三啊，这一刻他就是一个英雄，我觉得，这就是天路的英雄站出来了，对啊，在最危机的时刻，需要天路有队员站出来的时候，就有队员站出来，这就是明星队员的这样一个，我往往说明星队员，这就是明星队员，对，现在你看心态就发现非常难过了，对。又是首枪局，在整个队伍最需要你站出来的时候，往往有个人就站出来。是啊，我原来在带队伍的当中，我也是特别希望我队伍有站出来。
结果呢？结果每次有人站出来，有人站出来。就是关键时刻需要这样的发挥。我觉得这场比赛这个地图的话，我不知道最终决赛谁赢了，但这个地图我觉得天龙应该没什么悬念了。没什么悬念。对，因为离赛点也近了嘛，而且他们现在发挥以及气势状态都非常不错。对，而且我觉得选手这个状态关键是扭转过来了。对，而且是关键是上半场的话，同样是非常被动的情况下，他们扭转过来了。我觉得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面，一个一种天路的韧劲。嗯，而且刚刚那局心态已经很有优势了，3v1被黄胜一个人给干完了。其实他们也有变相送 A 点一个，中门一个，然后 B 点一个，对，一个个送过来。对，窗口那儿送一个，然后中门这儿送一个，然后最后 B 点又送一个。对，三枪这边。对。好，来看看这个长枪长全枪全战的一局，13-6。对，这时候一定要慢，哎，这次慢摸的有点，真的非常慢。对，旋转楼梯直接瞄向这边甲门了。对，这边 King 神去哪儿玩了一圈，怎么只有这么一点血了？我的弟弟又是发射导弹了，直接秒掉了 B 点的防守。好，这里是送的，又打掉了67，5-3。黄胜是冲的有点过分了，直接贴脸了。对，竟然又一个，哦哟，这样天路应该火力全开了啊！好，这边补了 B 点，两个换手枪，补掉，没有办法，我已经非常不错了，换了两个了已经。稳一下，看看最后一个 CT 在哪儿，在这个位置，对，可以放了。这个位置但对面不知道，这个位置其实也算一个比较。应该有知道，因为刚刚我听天路的爆点说最后一个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啊，漂亮，没办法了，这个位置被暴露了，赶紧躲一下这边补枪的。这一局应该就没问题了，有漂亮啊！我现在天路这样，关键时刻有英雄站出来，然后又把所有队员的那种火力全都打开了。对，还有一分就是赛点。对，这一场比赛终于是天路让我们看到了熟悉的那支天路。不管怎么样，这样的比赛才精彩嘛！如果说老是一边倒的比赛，这决赛都有点太无味了啊，太无味了。好，不过这局我倒比较看好心态。这局哈，对，因为你比较相信那种垂死挣扎这一说。对，因为心态他其实也给我们看过垂死挣扎了嘛，面对 GCY 牛货。哦 ，MO 这边 forget 两个 headshot 打掉对方两名队员，这边弟弟来到这个位置打掉一个。哎，这个是冲的，还要去，还要去，还要去，好，出来一个雷。对，混了一下。还要混吗？我觉得应该退守一下，不要站这位置。赶紧跑了，冲出来。这边没有 LT 被打掉。这边摸过来打了个屁股 ，LT 这边应该是没什么办法啊，就不知道对面两个是否抱团。对 ，LT 推到这个位置，没有抱团，没有抱团。这个时候应该要抱团了，因为书包被打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应该要抱团了。找个地方稳稳的躲起来 ，LT 这边必定要来捡书包的。书包要抱到站，哎，看到，漂亮，打掉一个，最后一个在哪儿？我看 CT。我觉得他应该不知道，就在。在这儿。哎呦，出神。对，确实不知道，在这儿。这是没有办法，其实。对，总算是挽回一分啊。我觉得应该是回光返照，接下来这一局的话，天龙一拿下就结束了，16-7。哎，但这点我倒觉得不一样，这点说不定再扳一分，再扳一分，好吧，我们来看看啊。啊，发现新菜的选手不大喜欢用女性角色。加油！好，这边现在还是在互相的加油呐喊啊，互相的鼓劲儿。好，我又看到一个非常悲剧的战术，这局我就赌天龙赢了。一个比较中庸的，在中路这边是比较刻意去多一些人防守。对，弟弟这边。看看弟弟这边非常大胆啊，对，弟弟来到这个位置摸出来了，对，穿一下没人，哦，这边天上有人，看看弟弟能不能够清到这个点，我觉得对，好，这边队友拿不来，打掉弟弟，这边后面的队员有人脱节吧？不是，哎，我觉得好，弟弟应该后面刚才应该有人，对，我看有点脱节是吧？不过刚才那下弟弟自己不好，他太过于注重侧面的箱子，然后不断在打上面那个人，他也不下来，叫自己队友过来补掉你。这下 MO 架枪架的非常死，这边诺西西又被打掉了黄正。对，剩下最后一个，没办法，这边又扳了一分。小区我对于心态的战术有点不大苟同，因为他们现在对于中路好像就是特别喜欢打游走，说不定他非常害怕对面，说不定打个 A 点自己就非常亏。对，所以中路这边往往驻防的人员比较多。嗯，好，这一局的话，天路这局要是再拿不下，就要陷入一个经济局了。这局看他的位置应该是要放弃断后的，直接。我觉得天路是不是打得有点随意啊？因为前面几局，包括他赢的那几分都是凭枪法，都一直没有打战术。都是凭个人的。哎，这里是摸的有点靠前吧？太靠前了，第一上来偷掉了 King 神，还想来拼，根本就没退。对，根本没退。这边是心态也是主动求变啊，因为比分既然已经这样了，我就跟你胡干了。对 ，CT 反而 DT 的一个反前压。对，而且收效还不错。还不错，打掉一个，而且打残一个。King 神现在有血吗？King 神有哦，不对，是 LT 没血 ，MO 又被打掉。这边 Forget 躲了一个非常阴险的位置。啊，这边是被磨残了，打掉一个。Forget 那边还没有状况，这边没有伤。哎，这里放了一个。对。
黄队一个，弟弟一个，现在还有的打。2-2，真有的打，双方水疗伤差不多。对，但是艾尔老师知不知道呢？好像不知道，那边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艾尔老师没有看到。对，他是还差一点视角。对，擦肩而过。这里慢慢的摸到那个位置，很关键了。现在烟雾弹也没了，就很关。哎呀，黄队这个不该动啊，你觉得呢？我也觉得，刚才如果他不动的话，说不定就他有机会干到对面。对。而现在我觉得剩下两名 CT 抱团吧，看到了，这瞎子也看见了吧？绝对看见了。捡到，看看猜一下，猜到在这儿，破掉，还没破掉，还没破掉，不会吧？不会吧？最后两个人血量差不多啊，看看这个谁输谁赢。这我觉得可以放弃 B 点了，这肯定不用看队友，这个看时间就知道，现在不可能来这个点了。这个地图其实两边回防都很快啊，看看这边残局处理，弟弟这边方向，这是两个人血量差不多，对，看看非常关键的这个1v1。我开始慢慢在摸牌，我想知道弟弟现在他的走位在哪里。我来看看弟弟，弟弟在这个位置。哦，他是害怕对面过来掏屁股。来看看 Forget 啊，这下能不能清到这个点？ Forget 的位置。慢慢走了过来。我觉得有机会，有没有机会？哎呦，这个加空的位置啊，加的太死了，根本在那就没动。对，根本就没有动啊，我就独立从这个地方来了。这没办法、啊。对，没办法，这只能说弟弟打得好。是啊。关键时刻2v4又是一个，对，2v4，本来刚才那局其实心态很好，可以拿下的其实啊。好，在这里我们也是不用太过于注重去抱太细的点。哎，这里是中路摸到一个死了的，互换补枪，互换这一下，看看天路会不会直接一鼓作气3v3，但是也说不定，对面的话天路些血量上来说不是特别健康。对，这边跳出来看见了。瞎子都看见了吧？又一个一换一，哎呀，这边这个二一，他看到有两个人，为什么还会选择往那边一跳呢？这边弟弟又稳了一下啊，没敢放出方。哎，这边会哎暴露，这怎么？他怎么突然一下一个人暴露自己位置呢？对，我他大概以为那边有人，最后一个被弟弟炸掉啊！这边天路是扳回一城。好的，那现在最后以16-8，16-8，对，16-8，是被我们天路在圣托里尼上拿下了对手。也是恭喜一下天路，面对第一张地图一个惨败的战绩之后啊，自己也是有机会在第二张地图上重新鼓舞起自己的士气。是，双方比赛将进入个1-1平，而第三张地图将是一个关键决胜图。对，决胜图。对，决胜赛的决胜图，原油通路。对，原油通路。非常期待今天这场决赛，真的是非常精彩。第一张地图让人一个意想不到结局，第二张地图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天路，那么第三张比赛地图那真的就是刺刀见红了。对啊，双方都没有退路了。是，打起上来这个刀局就特别关键，我觉得啊。对啊，英分路其实还好，因为英分路是我在我看来最均衡的一个地图，其实无论怎么说它 CT 还是有优势，稍微有一点，但是我觉得就是完全不是说像其他地图优势那么大，我觉得这个地图的话优势就小，最小的一个优势，对，最均衡的一个地图。是的，那接下来这张就非常关键，非常期待啊，非常期待。对，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是特别感谢一下本次赛事指定显卡品牌英伟达对本次比赛大力支持，同时感谢一下本次赛事唯一指定外设品牌赛瑞对本次比赛大力支持。在这里我们也是，其实刚一开始的时候我特别看好心态，他在前期其实打得非常的好，6-3，对，6-3，6-3领先。而且他经济累积也很好。对，然后关键是那一下不是说后面没打好。对，我如果非要找个原因，他们没有打好，就是后面几局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打 B 点了。因为之前那个 B 点第一波打骗东西回来，再第二波打很有效，骗血骗人骗东西回来退守一波，然后再过来强压一波。对，然后接下来6-3领先以后不打了，然后开始打 A 了，连打两把 A 效果不好，再转 B 点，让 B 完全就找不到有感觉了，而且是把对方的黄正和弟弟两名选手的手感给养起来了。对对对，是这样，是像小兵说的这样，所以说接下来让我非常期待，没有通路了。我也很期待。其实现在我对这场比赛关注，真的，咱们俩对这场比赛，就是在一个观众的态度在欣赏它。对，太好看。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的整个积分板是，第一场16-2，而第二场是16-8啊。对，等会儿来看看第三场，我觉得真的是不容错过了啊。对，不容错过。不知道天路会不会延续上一的命运，还是说能打破这个僵局，再把这个冠军重新拿回到自己的怀里。好，那我们也是短暂休息之后带来今天的第三场比赛。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由 MAS TV 给您带来的 K1 巨人赛第三季的比赛，我是小兵，我是 Alex。首先感谢一下本次赛事唯一指定显卡品牌英伟达对本次比赛大力支持，同时感谢一下本次赛事唯一指定外设品牌赛瑞对本次比赛大力支持。好，那今天的话，我们也是马上要面临的将是天路和星泰冠亚金主争战第三场的比赛。对，本届 K1 第三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不管怎么样都是最后一场比赛。对啊，说不定他们真打个加时啊，咱们两边乌鸦嘴了，说不定真打个加时。那就加呗，决赛既然能打到加时，那肯定是精彩啊，对，是吧？很漂亮，更精彩啊，对。是，那不知道会不会这样走？我觉得应该常规时间内应该就可以解决战斗。对，我也觉得。嗯，其实今天的话，我们也是可以看一下这个积分板。对。天路在星泰第一场比赛，双方在导弹基地上，星泰以16-2的大比分打败了天路。而在第二场比赛，虽然说双方在圣托里尼上，天路这边是选择了他起手选择的是 T， 在前半场是打成了6-3，但是在后半场也是追回来打，最后成绩是16-8的战绩，是胜利了星泰。对，这跟我们这我和小兵之前的看法完全相反。我们认为是星泰在第二张比赛地图上有希望。对，认为第一张地图没希望。结果这个结果刚刚跟我们俩的看法完全相反。是的，而第三场比赛的话，刚才 Alex 也是和大家透露过，是将会在原优通路这张地图上进行最后的冠亚军争夺战的最后一张地图。对，那么这张比赛地图的话，是一个比较均衡的这样一个地图，所以说、又是在决胜图的这样一个较量，我觉得应该啊。会精彩万分，不会出现一边倒，不会一边倒啊。对，好，我们也是来看一下原油通路的地图。对，这边中路通过 A1 还有链接这边也是可以经过攻打一个大区。对，攻打小区就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连接到达小区，一条是这场长廊啊，通过这个长廊到达小区。那么这张地图就像刚刚我们说的一样，总体来说是一个攻守平衡的这样一个地图。是的，这张地图我相信作为最后一张比赛地图，真的是就是显得不像别的地图那样，可能来说可能会呈现一边倒的这样对一边倒的局势，因为双方在大比分上已经是一个军事局了。对，如果说这个比赛地图，如果说安排在决胜图，安排在沙漠二啊，或者说是火车站啊，对，这个地图的话，有可能会出现一边倒，因为先当 CT 的那个优势太大了。优势太大。那这个地图的话，我觉得，不知道，我实在是到现在很难猜出来谁获胜，但是我觉得，打出大比分的可能性很小。很小。对，我觉得到现在的话，我看好星泰。看好星泰。为什么呢？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所以，豌豆明明。我觉得我来帮你解释一下，要不要、啊？算了，我不帮你解释了，免得到时候破了你这个魔咒，好吗？啊、好。那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本分、比较老实的一个小青年，我看好天路。为什么？啊？因为所以。因为。你也没有因为我看好天路，他就是看好天路，没有。从一开始就看好天路。对。那不是像第一张比赛地图谁说的啊？到了上半场9-0的时候就开始啊，其实我觉得心态怎么样啊？那个时候其实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心态在第一张地图它不会有很大的比分差距，16-10嘛我猜啊，但没想到它翻盘了，而且大比分赢了、啊、这是我没有想到，但是我本来想到双方其实在这张地图会打得很纠结很焦灼，这倒是我想到，因为我觉得心态不弱，就这样。好吧，算你狠啊，被我圆过来了是吗、啊、算你狠。不是，算你猜的对，我内心真实的想法吗？算你采访的对。这次没采访，没采访，都不敢来了。冠亚军，谁采访谁挂。嗯，啊，不过这次我们第三张地图，其实我们来猜一下比分吧。如果说被我们的天路拿到那个刀战那个手枪局胜利，他比分上半场会10-0，并且天路拿 CT。我其实这个比赛真的很难猜啊，我猜星泰获胜吧，那比分我猜不出来，但我猜听星泰可能会获胜。我本来给你挖了个坑，想让你猜，你大概会在天路这边分数高一点。对，我猜不出来，但反正我猜星泰应该会获胜这张地图。这太坑了吧？啊？没有啊，我觉得风水轮流转嘛，刚刚第一张地图，然后天路经过调整以后反攻了回来，然后刚才在下面我碰到李磊，我说第二怎么样，决胜有没有戏、啊、有戏。有戏。啊，我说为什么有戏？我说那个CT 有戏还是防守还是进攻有戏？
他说都有戏，就好像就之前R老师跟我说那个是一样，所以我就大胆猜测。其实这对话就似曾相识、啊。对啊，之前在沙漠二上，我也这样问过R老师啊，我说哎有戏吗？他说有戏，我说哪边有戏？哦都有戏。我突然想起来了，是好像那场还是我和你搭档的时候。对啊，结果那场心态就获胜了嘛。所以从这个细节，我还是猜心态获胜了。对，我们现在就是要等待一下双方选手的准备情况，不知道双方选手现在是怎么样，因为他们不用调摄机器嘛，所以说我相信只要等他们的心态一旦。摆正之后就可以开始这场比赛啊，对，最终的第三赛季的决赛啊，最后一场非常重量级的较量呢，真的是到最紧张的时刻了。对，嗯，从我们一开始第一轮开始淘汰赛开始，我们就一直期盼到了三强，嗯，三强的确是让我们觉得真的是非常精彩的三场比赛。对，今天的话这三场比赛我相信也是保足了大家的眼福，嗯，当中的波折起伏不断，但是今天最后一张地图就是关键点了，嗯。也要看一下双方在前期的选边以及是手枪局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嗯，对，看看这个选边的状况怎么样。是在这里收看我们直播的观众啊，大家也可以同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活动，来一起讨论一下。当然也是我们的新浪以及腾讯微博都会有相应的活动和讨论和大家同步参与，并且在我们的 KYTT 论坛当中也会有相应的讨论楼层和大家一起来互动。嗯，当然在这里的话也是，如果说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获取由我们英伟达以及是赛瑞提供的精美奖品。对，在这里可以说一下，我们接下来将会是有一个公开赛，哦，天网公开赛嘛，每年都有的。对对，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参与一下，多多关注一下。对，今年的因为我看了赛程的这样一个规则，好像是今年的冠军直接入围下一届的公开赛的决赛。决赛。对，然后其他五个战队是要通过公开赛五个大区打出大区的冠军，然后加上这一次的冠军来进行一个 K1 公开赛。我又看到这样一个世纪天成的这样一个官方消息。如果说他拿到了冠军就直接进入下一届的公开赛，就无论怎么样他的亚军都是他的。啊，亚军啊，不是那个进入到那个 K1 啊，就进入到下一届的六支队伍当中的一支了，就不用再去打那个公开赛的预选赛了。就这个样子。我刚才以为他直接可以和冠军打，我想就直接打成那个就太夸张了吧。我一开始没听懂，很惊讶是吧？我想哎，这个消息我怎么不知道？直接可以打进亚军，还有这种赛制的。所以开始我开始惊讶，因为本来我是这个赛事一直关注，但是打进亚军我没听说过，突然觉得无法理解。是，嗯。这样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多多去关注一下，多多参与一下。对，也给大家这样。给大家一个都能登上 K1 舞台的这样一个机会。是的，这里的话，双方的选手准备情况，弟弟和LT，天路这边看样子很平静啊。对，而且平静的有点过头啊。这边都是嚼着槟榔，这边同样也嚼槟榔啊。他们应该给他们的上次我开玩笑，我在看一个微博说某是 WE 战队还是什么的，在打英雄联盟的时候，应该建议去拉一个纸巾的赞助商，因为他们队员很喜欢用纸巾擦汗啊这些东西。擦手是吗？啊，另外一个人回复，那天路岂不是要找槟榔的赞助商？为什么听到纸巾的赞助商，总觉得内心里有点小小的忐忑和不安呢？嗯，好，同学们当作没听过。这话应该是看得出双方选手准备情况已经是差不多就绪了。对，而舞台上的大比分也是显示双方各自拿下一分，1-1战平。对，最终的决胜图啊，最终的冠军归属，这场比赛这张地图结束以后就将产生。是的，好，双方已经是正式进入到比赛，开始刀战局。对，看看这个刀战局啊，看看谁会拿下稍微有优势的一方，防守方都不敢替庄道冒头劈人。砍他，削他悟空啊！不，哎呦，这边心态可能没问题。对，心态拿刀上，我觉得特别有信心啊。对，因为上一局输了以后，然后就被天路这边扳回来了嘛。那这局又拿下刀上，我觉得在作为防守方的时候，我觉得心态应该会采用一些比较大胆的一些战术。大胆。你认为阿老师这么稳重的一个人，他会使用大胆的战术？就是防守的时候会采用一些大胆的战术，比如说一些三个 B 点前压呀，或者一些中路墙下的一些非常规战术啊。我觉得他们可能会采用这样一些战术，就关键是看天路怎么样应对。因为天路在第一张地图导弹基地上输，就输在我们看不见他的应对，对，拿对方的这个防守没有任何的办法，老是想一口气把这个比分把那个形势给扭转过来，但是一直没扭转不过来，就会一个大比分产生。每次好像看的就是上来过来，对方在防守，我进攻，啪削掉一个人，然后就有点莫名其妙了。对，开始犹豫到底上还是不上。对，然后有时候好不容易鼓足一口气啊上了，然后发现对面的防守回防选手全到位，枪也架好等着你啪啪啪。对，我们再来看看天路这边又是再一次的加油鼓劲，为大家为他们在这次 K1 最后一场比赛加油呐喊。天路，比赛
天路必胜。我怎么听的是加油必胜啊？天路是天路。对，天路必胜。希望如此吧啊！像天路的粉丝应该是希望。嗯，这边心态也不甘示弱啊。对，但是我为什么我们导播没有给心态的？来了，不偏心，说完就来啊，不偏心。两个大肚子。对啊，这边要是要比刀局的话，我觉得心态应该肯定获胜了啊。啊。比那种真正 PK 的话，我觉得心态应该也能获胜。这黑点有点大、啊。好、嗯，这里的话，双方的加油鼓气都已经结束，那我们应该是很快就可以看到第一场比赛了。对，我肯定是我觉得防守方了，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也觉得没有问题。没有吧？应该是防守方。关键是刚才我们接着那个话题，关键是天路这边，如果说一上来又是进攻方，对方又是防守方有优势的话，如果一上来落后，该怎么样扭转？这个很关键。如果顺风的话，那不用说。如果顺风顺水，我们说那么多没用。关键是，如果说一旦心态这边一些非常规的防守又打出来了，然后一上来你又落后了，怎么办？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需要考验天路的时刻到了。对，其实我对于天路当 T 还是比较有信心。嗯，我也觉得比较，至少这个地图当 T 的一些变数啊、应该会比六颗稍微多一点。对，因为六颗那个图的话，防守优势要大那么一点点。这个地图上虽然说防守有一定优势，但是优势就不是那么大了，比较小。对，几乎可以算作一个攻守平衡的这样一个地图。好，这里也是要等待一下双方选手的一个准备。嗯，上半场这也是最后一场比赛，我相信所有选手对于这场比赛的心理压力应该说比较负担也会有一些。对，这个时候确实来说，因为谁获胜谁将捧起冠军奖杯，这个时候说没有想法那是假的。这个时候能进入到现在这个局面，又是现在这个决胜图1-1是吧，这样的一个状况，说你不想拿冠军那是假的，谁都想只忽悠对方啊，谁都想去捧起那个触手可及的那个奖杯。确实不光是奖金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差距，关键是那个冠军的荣誉让人觉得是吧，无法去让他，这明显就是自己的。而且你还可以进入下一届的 K1 公开赛，不用打预选赛，对，就可以省去很大一个舟车劳顿，是吧？好，这里又是加油之后，不知道双方现在的情况。1-1啊，两个非常大的一，看看谁今天这场比赛结束后谁能举起冠军奖杯，谁能拿到那个真正的一，是吧？对，谁拿到这个二，谁要比谁更二。比分上来说谁都希望拿到二，但是从那个领奖台那个那一层说的话，谁都不愿意拿到那个二。对啊，总算双方已经是正式进入游戏。星海这边果然没有出太大意外，选择了 CT， 而对面的天路的话是 T。对，那么这场比赛我们爆点也要注意一下，因为刚刚导播告诉我们说我们爆点选手是能听到，所以说我们这场比赛不会说太多选手的点位。对，除非他已经死了。对，除非已经没有悬念了，我们才会说。我们看看这边是一个常规局，哎呦，这边很快啊，冲的比较快，对对，非常快的到这个位置。弟弟这边一个东西应该要进攻了，看看这下加基过来，红色打第一个，第二个没有，现在应该是打大点，这应该我们可以说了，因为已经是发生交火。而这里的话上来是防守非常的好漂亮，我觉得二楼这边补慢了一点点，这边是一个 1v2， 看看这边补掉1v1，有机会的最后 1v1， 但是书包掉了，看看这个 Oh my god， 本场比赛发挥非常出色的选手雷子弹，自己当心点，双方都在卡着位置，其实这个位置很容易被对方辨别出来，这边出来啊，看看 MO对着 Oh my god， 本场比赛都一直发挥得非常出色。是的，哎呀，漂亮呀 ，MO 进大坑啊，这一下转点非常迅速啊。我就选位选得很好啊。对，关键如果说选择淡点跟对方打，不一定能打过啊。选择了一个大坑，因为他买了沙鹰美甲。对，美甲。选择那个大坑的位置比较好，因为对方要打，几乎就只能打头了。是啊。刚才其实我一直以为他没有在大坑，他反而是退到 A1 这边去了。但是他什么时候跳大坑？这个转点非常迅速，包括我都没有看清楚。我也没看清楚，我刚刚为什么突然一下下大坑了，是吧？嗯。好，这样来的话，非常关键一个守望局又被天路拿下。对，接下来就非常难过了，又是天路的拿下一分。对，我觉得天路这边 ECO 要稳稳妥妥的打下去。黄金 MP5。对，黄金 MP5， 亮金，这是亮金 MP5。就看着黄金的东西，看着都很给劲儿。对啊，我们看看天路这个 ECO 局经济局怎么处理。这边心态的队员都是站好了位置，等着天路来进攻啊。对，他们其实也是要赌一下，就能打上几把枪算几把枪。对，经济局就是赌嘛。如果说你还是三个 A 点两个 B 点打的，你就很难挡得住了。所以说你不如就赌，赌对了就赚，是吧？赌不对的话，我们这五个人再扎堆回防，看能打几把枪。看这一下啊。好，这应该马上就要打遭遇战了。对，看看是谁我就不说了。好，这边果然看见了两个被弟弟打掉，第三个哦，1v3啊，这
这边 MV 打一个，再补一个。哎呦，这一局心态应该说赌对了，但是对方枪法发挥的太好了。对，特别是弟弟啊，上来就是一轮刷屏啊。对，对方已经赌对了，赌了五个 A 点，但是还是被天龙一波给推掉。是，这边确实决赛比较关键，心态这边也稳住了，没有选择钢枪。选择那个还是稳妥稳妥一点是吧？没有钢枪，这让我觉得，如果换成我的话，我绝对会选择钢枪刚一波。我觉得，因为如果说，这是下半场，上半场比分比较大了，可能钢枪。但是这是上半场刚刚开局，我觉得钢枪还是有点太拖大。意义不大。对，有点拖大。如果说你刚赢了当然好，但刚没赢到对方就完全已经经济啊比分全掌握了。就接下来就是只能跟着对方节奏走。对，我们看看 King 森这边好像有个探连。这个雷应该是从小区这边的选手砸出来的吧？对，不对，应该是从通道这边砸出来的。对，这边新泰的队员还是架足枪，等着对方来进攻。这个，看看新泰这边，看看那个天路这边的选择。再赌一把，这次的话。看到一个手臂吧？应该是没有看到。一颗闪，两颗闪，从这两个闪看到一个，打掉一个，King森马上就会发现这儿的状况。哎，这个很对的吗？来了，看 King 再来一个，没关系。他损失了100MP5，但是大队伍的方向给队友全都爆出来了。是的，这边三个 B 不可三个在小点，应该不可能有人在大区。刚刚我们可以看到天路就那个天路只有 King 森一个来探点，其他四名队员都在大区等着。只要天路那个 King 森一说这边人多，然后那边就进攻了。对，刚刚这个状况就是这样子。然后 King 森这边就损失100MP5，无所谓，反正下一把出来他也得换枪。这是不应该啊，而且这下刀子我觉得是我没有给到视角，如果说能给个视角就非常漂亮了啊。好，这一局心态应该双方都是长枪局。对，我觉得心态在丢掉手枪局以后，第一个关键局应该不敢采用一个非常大胆的非常规的一个防守方式，应该会老老实实守。看一下，我也是这么，如果说说不定如果说赌一把还能真能出点奇迹，但看现在走位的话应该不会。对，如果说长枪局手枪局拿下来有可能会打个非常规借着气势，但是没有拿下应该不敢。这边还是在混哟，哎，把 forget 和我看看 forget 有点倒霉啊，这局 这混的有点莫名其妙。对呀，我那么惨啊， forget 这下有点，我什么都没看到我就这样子了是吧？对，好，出来佛根的肯定躲进去了，这个时候已经对被打成这样子肯定不敢那个啥。而这边中路的话马上就要上来了。对，这边还是一个慢慢的到位，然后这边是把对方的防守阵型打回去。是的，好，上来这里是看到弹道，全白打一个，全白是打掉了全白的那个啥，打了残废的 forget， 然后被那个 oh my god 补掉补枪。看我们看现在天路这个阵型非常有力啊，这边一个闪光白了一下，二楼刷进来退防。对，看一下这边的 A1 没有人。对，这边弟弟摸过来打掉，最后大坑应该这时候要包夹过去了，漂亮，过去打掉了 Oh my god。 对，而现在这边应该是被占领了，剩下两名应该是 B 点的队员吗？漂亮，弟弟红血又秒一个，这个弟弟的发挥有点出彩了吧。对，这边 B 点小区是占领了，现在剩下最后一个人 Note 77一 v 三，我觉得很难吧？对，我们视角给一下 Note 77。对，现在双方马上打遭遇战了。对，看看这个包已经下了，所以很明显漂亮。很难被防阵架掉，4-0。我看天路这边这个气势很足啊。是，前四分拿的还是比较有惊无险的。对，打了第三张比赛地图，这个决赛来是第一次，天路好像是顺风。对，第一次顺风。就是开局对吗？开局顺风啊，开局顺风。因为之前前面两个地图，一个是9-1落后，一个是6-3落后，对啊，两个落后，这一次终于是一个4-0的开局。这边心态要想想办法了，我觉得老老实实守对于那个天龙来说，天龙并不怕，是吧？对，这边哎，就在楼梯上，补枪，好的，一个，马上补掉。这边 R 老师又打掉了瑞塔。双方一个互补之后啊，也是要退守一下，不然啊，这边是有人选择从中路这边绕到了 A1 这边，对。这边弟弟应该是要出了吧？敢不敢？出啊！也撞墙了。哦，只打掉一个，这玩意可以破一秒一个，破的有点厉害。对，最后一个 ，Oh my god， 在这个位置。好，我看他的回防。对，慢慢的摸了过来，这个 C 四放下来，这局应该拿下没有任何的问题。下包，被打掉，没有太大的悬念。对，5-0。确实，这个作为稍微有一点点劣势的这样一个进攻方，能够拿到5-0的开局，我觉得上半场应该会领先吧，至少上半局。上半场。对，其实他现在作为 T 的话，他这个分数再拿几分就非常完美了，已经。对。
啊，心态现在真的是作为 CT 上来这么个白卷交的，有点虽然说是情有可原，但是最好是稍微清醒一下。对，终于这边心态好像有个变化。对，这边天路也有变化。长工小区啊，对，然后选择哎被白了这一下，哎，就是阳光嘛啊，没发现吗？没人留着断吗？应该有人断吧？有人断，有人断被打掉。第二个又要被打掉，漂亮，这一下爽了，这一下刷屏了。对，这一下直接打三个。这里还有一个。刚刚心态果然是一个主动求变，三个人避点防守，而且第一时间没有出来，第二时间刷出来。对，因为他正好看到对面是手雷投掷，以为对面有 rush， 所以就索性退守一波。对，看到你没有人过来，那就自己索性就知道了，你只是个佯攻，那我就直接反前压过来。对，我是觉得天路这边在处理有点问题，因为你抢完避点至少要留一个人在这断一下。对，他每个人都没有断，然后选择三名 CT 都压出来以后，你再选择去看一眼，你就来不及了。你那个时候一个人一看就三把枪了，是这样可以看到 MO 现在一个人对没打掉学姐刚说完、啊、说其实那个你不光是在转点还是在抢占一个点的时候，你一定要留一个人断一下，看到这边是什么状况，最后一个你再走，万一到时候来一个人或来一波人，将都是成为你这个心腹大患。是，所以刚刚这一下心态一个主动求变还算是效果不错，不过现在因为天路前期累积的经济太好，所以说也不怕啊。这边一个5-1的开局啊，经济还是哎呦，经济换完了已经啊，有点糟糕啊。他应该是全枪全弹什么都买。对，经济局那个经济局打得不好啊，死太多。对，被刀死一个，然后对，这个是经济局没有做了好的这样一个原因。好，这次选择慢卡，而这里旋转楼梯是有一个。对，这局要是再被心态拿下来的话，心态有可能就把比分拉近了啊。对，现在都不敢上，是烟雾当中。这个位置也是探一下，防止对面过来前压的。嗯，这边R老师在防守二楼。哎，那边前压打掉了黄正，打掉黄正以后，自己好像也是没有太多血量了。对，选择稍微退守一下。而这个弹道有点密集，但是我们看不到弹道的路线。二楼又刷出去，没看到中路应该有人侦察到，绕到七七这边很关键。对，前压，好的，哎、被弟弟打掉。防止对面 A1 这边有人补枪，所以瞄了一眼。两个最火热的选手遭遇，还是弟弟技高一筹。是，看看这个天路残局处理一个3v3，这个残局处理。对于对方来说的话，现在天路其实现在时间还够，时间还是来得及的。啊，来得及的。这个时候天路季节开始摸牌这个点，哎，发现人了吗？没有，发现了。啊、哦？看着，不然不可能对着这个点打呀。哎，这边打的有点混。连接打掉了。扫一下，怕对面有补枪。对。这边为什么迟迟没有来补枪了？这下没有因为他在这儿了。LT 和 King 神仙，哎，看到哎又看见了，漂亮！补枪有没有？好的，补掉了。对，但是这边我们注意一下 ，King 神在这个位置干了一，哎呀，时间没来得及啊。对，时间 ，King 神那下时间应该算错了，差不多就一秒吧。对，啊、他应该安排两名队员去那个大区打，然后他在小区负责偷包，但是那个时机没有掌握的好。对，刚才太慢了。刚才我差点以为他包下了，结果一看，哎呀，时间来不及。对，我也以为他偷包成功了。非常可惜啊。对，非常可惜。那现在这局应该是心态的经济局吧？没有，天路这边还是起枪了。还起枪了？心态这边胆子非常大啊。啊，果然这边是起枪了。但是啊，现在这边连续拿下两分以后，都来到这个位置了。这个前压，看效果怎么样？这个前压非常关键。我们看看，绕到前期打到这儿，冲的有点冒头啊。两个，好的，胆子非常大，非常大。最后一个又被打掉，全枪全保。对，我们看心态就是这个样子，在连续拿了两分以后，果然就是我们赛前预料的那样，打非常规防守了。对，非常规。对，索性帮你搏一下。对，我老老实实守，我有点困难，我就干脆跟你胡冲胡打。就要看一下这局双方的整个开局。对，好，给一下俯视图。这局天路应该是个竞技局了。对，就看他要应该是压一下整个小区吧。对，这边听神。哎，这个混不来。哎，被白了一下。这个，哎，这个双方应该是哎遭遇了吧？你们装的太假了吧？好像看到了听神。哎呦，确实枪有一个劣势啊。对，枪有个劣势，没有办法，沙漠之鹰对上 M 四是没有办法打。对，这边弟。搏上来，好，打掉两个，好的，哦，落了七七，很顺啊，十个，对，很顺，再补一个，哦，再来一个，十一个，这经济又是累积起来了，对，4-5，分数上其实我觉得心态拿到4分是完全没有出乎太大意料，对，这边是连续扳了4分了，而且经济非常好了，
接下来又把这个困难的局面丢给了天路。啊，天路看一下他们现在这局是起枪了吗？对，起了。上一局一进局的话，这局肯定起枪。对，起看一下他们怎么打。哦，右墙，哎，没有，没有，没有，只是一个前压性的闪光。放血，啊，放一下血。这次。这边 King 城这边有问题，我们来追一下 King 城。这明显摆明就是有问题。看到了，看到了。King 城这下晃了，刚刚晃了一声，看到了。这问题要解大发了，看到对面非常规，对，哪有对小区有那么多人一个作为防守的？然后 King 城晃了一眼，就只有那么一点点血了。这边中路，哎呦，被 TT 打掉，漂亮，可以发起一个快攻啊！因为这个时候刚刚 King 城，对，趁这个机会，因为对面小通道这边已经是有三个人，那就说明这个大区是没有人，没有太多人的。对，这边 Forget 很关键，看 Forget 被看到，哎呀，空中的时候打掉一个。对，而且 King 城这边也是被磨得很惨，老师又打掉两个，漂亮。没办法， King 城最后一丝血，给一下 King 城的视角。啊，还是要摸上来，我觉得现在可以选择宝枪也不现实，不现实。漂亮，而老师这局刚起了，刚刚这局我觉得 King 城既然发现对方小区有三个人的话，第一个打掉那个人就直接该冲了。对，哎，这是整个大区的话，撑死一个人嘛。对啊。清掉他下方、啊，对，马上做一个 CT 的位置来回防对面的反扑。对，而且弟弟在打掉对方那边队员后不是没血吗？我觉得他反而该去冲锋，给队友探点，对，让队友满血的状况来补。就是让自己做董存瑞嘛，啊，要你干嘛干嘛嘛，啊，是。啊，不过这局应该是常规。嗯，哦，这局是个，哦呦，这局非常有针对性的防守，又是直接一上来把天路的血量放了一点啊。对，哎，哎呦，吓死我，当时那个呢。嗯，这边天路还是打得稍微有一点着急，5-0开局被对方连续防守住了5分。对，哎，就又是一个，我相信这时候神切手。对，神切手，但这边好像没注意 Forget， 哎，慢慢蹲过来，看看这下啊，这个位置加仓的位置还在慢摸，看到弹道想过来有点等不及，哎呦，被混到，不要冲动，不要冲动，被混到一枪，这边捞了气球打掉 LT， 又是两个，有点快啊，拉出来，对面没有太健康，对，对方几乎都没什么血了，又是一个。再来一个，最后一个 King 神应该也没办法了。对， King 神这边是捡人拿了个包，没办法，没办法，6-5，连守6分这样一个气势，我觉得天路应该商量商量了，看看怎么办。对，来看一下他们现在的会不会起枪，应该会起吧？起啊，应该会起。换手下包，会起。LT 的指挥风格就这样，他只要能起枪，一定会起枪。关键是你起枪能不能够就是咬住这个局面，这个很关键。刚才我看到他们5个人走向我，当时直接前压一个小区呢，嗯，刚走到那个楼梯口就直接分叉开来。对，这边中路敌人被白了，然后我们看看这下 LT 和黄色有动作，这应该是大区的直接 rush 吧？第一个打掉，直接的 rush 补枪，好的，看 AE 这边的配合，是没有 AE 这边上来了，还没有来晚了一点点，对，没有来晚了，对，补掉，漂亮，好的，精神关键时刻补掉对方两边队员，这一局。强钢枪目前为止效果很不错。对，现在这里也补枪。对，看看这个防守 CS 能不能够守住。有点想清一下大坑，怕大坑有人。漂亮，好的。M 后断后打掉 Forget， 最后一个 Oh my God， 打掉 King 神。Oh my God， 这边有点莫名其妙，他两个。哎呦，穿掉一个。别，这时候有子弹就对面的位置。最后一个，刚刚 M 是在 A 一，这边是哎，做了个假动作。啊，有人看见了、哎、，M 漂亮。哎呦 ，M 这一下对方是红血呀、啊、，M 一枪都没有打到，对，一枪都没有打到，对，刚才是他那些假拆想骗，但是没有骗到，对，我们看 Oh my God 在决赛真的发挥非常出色，我觉得他才是真正的阿老师拿得出手的压箱底的东西，最大的黑马啊，而且这次我们比赛会有个最佳 MVP 奖，是根据整场比赛评吗？整次 K1 的联赛评吗？还是根据决赛评呢？是根据决赛胜利的队伍会给一个。哦，就给次年那一方打了就跟数据说最好或者发挥最好的那个。对对对。对，那这个我觉得不是弟弟，那就是闹闹七七了。对，两个人或者是 Omega， 啊、或者是有可能会给 Omega， 我觉得应该给的话给闹闹七七，因为闹闹七七整个比赛，整个赛季就是比较对，又非常大胆，这就是不大家都懂了呀已经。对，哎呀，这边放了一个，一个，两个，两个，哦，好的，漂亮。这个放得很妖娆啊！对 ，M O 上来补掉，幸亏这边还有补枪的，又补一个，这边中路，但是补掉了对面的 M O，、哎、中路有点失误啊。王振，最后那个，哎，现在对天路来说越来越不利了，因为这个，其实因为打得太急了，我觉得。至于心态来说，其实他们作为 C T 拿这个分数，其实也不算过分嘛。这个 C T 我关键是现在5-0开局被对方一直在拿分，就翻盘好像翻就有点过分了、啊、是吧？对啊。
而且对方果然就是我们赛前所料的时刻，就是他们就是非常规防守，对，非常规啊。你天路这边你抛开那五局不说，在人家采用非常规一些防守的时候，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感觉有点好像招架不住，莫名其妙。对，这边 LT 最后一个 EVR 我觉得很困难啊，对方剩下 R 老师还有一名队员，对，而且现在的话他刚刚是捡到了东西，对，我们看最后一名队员在什么位置，在这个位置好，而且是剩对方，哎，对方应该是知道了，给一下 R 老LT 的位置，知道了，对，知道了啊，知道了，好，这下是知道了，看 R 老师也躲了一个非常好的位置，非常危险 LT 被打掉，好的，这个枪就架在你脑门上，没办法，对啊，因为那下骆驼其实听到了，然后告诉给 R 老师，R 老师赶紧选过来架了一个好比较好的位置，八比五，队友顺便再过来打个包夹，万一 R 老师被击杀，他还会打一个背身，对，非常可惜，最关键的一口气刚刚。钢枪墙上中过那局 MO 最后一点点是吧，对，或者说对方 Oh my god 打得太好了，那下没有拿下，结果被对方把比分已经拉开了，又是一个，看看这边 Forget 又来了，这边一个扫一个，哎呦，这要扫一个，把拿包都给打掉了，对，第二个，哎，两个，哦，手雷再弄死一个，漂亮，非常漂亮，完全已经把天路打颓了，我感觉，对，打懵了啊，其实这样不应该，我觉得天路这时候千万不能再这么被这么压下去，对，这种气势完全有点那种六那个导弹竞技上的那种味道了，对，就被对方的压着完全没办法，他还好是唯一有点不一样，是还好天路拿下小杨局，对，在关键局五比零开局，不然的话万一真的是一模一样的结局，对，如果说没有拿下真的是一模一样的结局，这样子下去真的是对于心态来说越来越有利了，因为整个气势完全已经偏向心态这一边了。而上半场的话，我估计一下十比五吧。我猜应该是十九比六吧。最后一局，我猜天路应该会拿下。我说上半场。对啊，九比六。九比六。啊，我猜天路最后一局会拿下。我倒比较看好心态这边可能会拿下这一分。这边又想有做个动作。啊，这边的话，其实第一个换掉，第二个又被 K 神打掉。K 神这边也是及时的一个，应该是过来前压了。对，看一下位置啊，果然是。果然是这一局是不是天路拿下非常有机会？对，非常有机会。这边大区已经被完全占领了。打包，好的。打掉一个一换一。一换一。三V二还是有优势。这一局应该回防下来不科学了吧？再被回防下来，真的，哎，这个位置躲得不错，对，没有意识到，马上被打掉。好的，侧身。对。六分，九比六，其实对于双方来说，这个都可以交出一个满意的答卷。怎么说？如果说只看比分的话，这个比分还可以；但是看过程的话，我觉得天路这边这个被追的有点。对啊，五比零开局完全可以拿到更高的分数，但是被对方这样子连拿九分，这个整个这个手感，我认为是完全在心态这边的。对，如果说你想这样一个尴尬的比分，首钢局一丢掉，对方拿到十分以上哦，那就很困难了。对，很容易首钢局拿下，然后再顺带一局。对啊，所以说这个首钢局对于天牛来说真的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首钢局，这个首钢局要丢掉，我觉得心态已经几乎可以触手可及了，冠军奖杯。把冠军奖杯已经是差不多搂半个在怀里。对，已经放在自己的房间在打了。啊，在打？就是已经把放那个冠军奖杯放在自己桌子面前了。这个首钢局如果再被拿下的话。对，首钢局就非常关键了，而这里的话中上篮是 K 神被有点磨了，直接墙上 A 一链接分别，对，看看这边能不能挡住啊 K 神一个互换，好的，弟弟补过来打一个，但是还是很危险，这边补过来，哎、漂亮，平了，这样的不科学，黄振暂时清掉对面最后这一个，对，二v 二是谁？黄振打掉这个是 Oh my god， 对，这个时候去到小区，哦，这边弟弟和黄振集合，看看有机会，对，集合两个人怎么样啊？这个应该是 Note 77吧，二老师，哎，这个时候二老师有一个动作啊，我们看看这两名队员知不知道啊？哎，发现了，哦，没有办法，这下还是我觉得最后选择是对的，千万两个人在二v一的时候不要分开，对，不要分开，一分开被二老师扣一个那就危险了，对，就非常血，而现在这种抱团就很好打，对，因为刚刚那下如果说你分开被二老师硬掉一个呢，最后一个人就又傻了，又不知道对方去哪了，是的，就最后那个选择我觉得是对的。关键是那个啥，那个黄振那个首相局那个 EV3 很关键，因为我感觉已经被突破了，这样子就被黄振给拉了回来，又是第一个。对，这局是没有悬念，天路可以拿下。对，就是经济局嘛，黄，哎 ，King 神又是第二个，哎，追过来了，没看到吗？第三个。好的，三个，对方是最后一个。这局我就像我们说的一样，不要掉枪。不要掉枪就对了，这个枪是干嘛呢？还是结果是好的，对，过程有点纠结，结果还是非常完美的，对。啊，我们看这场比赛目前为止 MO 和弟弟都发挥不错啊，
这边我觉得新泰应该有钢枪吧，看一下他们会不会这么做。新泰那么稳啊？没有没有，这跟哎呦，新泰这个R老师这个节奏把握的非常好啊。对，因为他们觉得现在自己小分上还是有优势嘛，这一分索性让给你。因为这个是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对方做 CT 嘛。如果说这个钢枪拿不下，对方扳平不说，然后打成下伤再打个 ECO 就10-9，而且经济完全起来了，他就不如我 ECO 全枪全弹我跟你打。对，索性和你就是全枪全弹和你拼一波，机会更大一些，不要冒这风险。对，这样的选择是对的，因为钢枪确实双刃剑。你打了赢当然好，打不赢的话我完全就有可能被对方一股气给带走了，自己给自己挖个坑。对啊，这里可以看到整个路线应该是要打一个包夹，关键就是这个点马上就要打遭遇战。我们看看弟弟，马上要遭遇弟弟，一个两个，两个还有黄豆瞬间刷屏，太快了。这边听路这一下应该是把经济也累积起来了。好，这一局的话就是至关重要的一局。好了，总比分1-1，然后这场比赛小分也是9-9，最后的看谁先拿到这先16分。对，16分，而且这局是双方都全枪全弹了。对，之前的比赛，之前前个几段的比赛全都抛开，最后的7局，哦，最后的几局，这是最后的12局，看看谁先拿到这12局当中的第7局。现在比赛越来越激烈了，我们看看这边，而且看到现在天路这边是没有选择比较非常规的战术，是非常的稳。对，非常稳。这边 King 神也是有个侦查，这边 MO 看跳，漂亮，打了一个返回来，而且判断出对方一个主攻方向了，回防这里直接退守 LQ 打一个，漂亮，这两边队员直接避点，这个补防做得非常不错，这样来心态又比较危险了。这局也是在不断的补闪光补烟雾，而且对面现在看到这烟雾是完全没有想法。对，我觉得刚刚这一局为什么没有人选择架枪让 MO 出去摸着打了一个呢，是吧？对，有点不应该啊，这便宜好像被占得有点过。对，看看这局啊，心态这边的进攻怎么样，还要来，还要来，走，这一下强攻，好，箭在弦上，不得不放了，这一下 ，LT 这边放空，对，选择的位置，看看 LT 选择怎么样，来回防一下，鹰掉一个，漂亮，鹰掉一个，第二个还好，没有被对方及时的一个补枪 ，LT 的位置选择不错，这个时候鹰掉一个就算是不错，弟弟这个时候关键时刻打掉一个，最后两个，漂亮，这边 MO， 10-9，现在真的是这场比赛决赛真的是跌宕起伏啊！刚才那，其实我觉得刚才那分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啊。对，一会儿这个人这边占优势，一会儿又那边占优势，现在又把这个局面又踢给了心态。不过天路现在是当 CT 啊，他们其实可以更好、更简单的拿分。对，而且现在经济他们也是非常的好。对，把握住这个，牢牢的把握住这个局面，应该来说还是有比较大的胜算。对，其实我现在如果是我的话，现在绝对会打一波非常规。对 ，King 神这边，我们来看看啊，加了一个非常阴险的点。中路锁心封烟，所以说自己的生存也不用太过于担心。而对面的话，对，也是起枪了，起枪了，起枪应该没有太多弹。对，没有太多弹。这边 MO 有个遭遇，有个遭遇，哎呀，漂亮，好的，被李雷打掉。但是对面是补了，后面有人补一个手雷。对，刚刚那一下 Forget 的非常有经验啊，一直蹲在那个点等你来。对，等你来。而现在这个补手雷就是让对方知道，其实你这边还有一个人。是 ，LT 这边敢不敢来拼？应该是不敢，应该是要不敢。应该求稳，对，求稳，对，果然这个地方求稳。啊、这里应该补闪光、补烟雾。哎，这边好像心态队员有动作了，我们来注意一下。对，这个动作而且幅度非常大，将会是一触即发。对，应该3-2-1走起，没有，应该是发现人就要走起了，走起了，这下走起了，枪，对，大胆的冲过去，直接冲过来，效果怎么样？看一下，哎，进一下小坑，弟弟打进去了，已经被拿到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又是一个，哇，三杀，好意思，四杀，这个一 v 五不得了啊，这个一 v 五，不科学啊，五杀，不可思议的一局一 v 五啊，把链接三个再加上 A 一的两个全部都是收入囊中，这不是说心态没打好啊，这是弟弟超神了，对啊，这是这边打得太好了，这局弟弟21个 frag。全场第一，这样我觉得这个场景是本次 K1 联赛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最精彩的一局，对，最精彩的，没有之一了已经。对，这个要做 top ten 的话绝对是排名第一的这样一局啊。心态面对这样的这怎么办？现在我觉得完全已经被天路这个气势给压倒了。哎，刚刚那个弟弟那个 EV5 真的是好久没看见这么精彩的一局发挥了，太关键了，是太这无法去针对他，是因为对方完全不想理的打法，我就是拿枪，对，就是没有战术，就是我见一个秒一个，见一个秒一个。对，而且心态那边选择也非常不错，三个人包夹连接，两个人走 A1。对，但那个时候就看到弟弟一个人拿枪就把他全干完了，没有什么其他的说法。
连接打掉三个，转过来 AE 又是两个，而且几乎全是头。没有办法，这你说有什么方法针对？你只能诅咒他的键盘失灵，或者鼠标一下子跳那个 DPI。就这样，要么你能怎么办？你这个招数太狠了。这边 King 黄正是侦查到了。对，退守一下啊，这里点穿。对，这个小心近点，突然一下拉个人过来，他胆子非常大，他不怕，难道不怕近点上来人吗？应该是凭借自己胆子大，还想去拼。柱子后面如果万一再来一个，哎，算了，掌声一跳，换掉。这边再稳。对，还在求稳求变，哎，这个战术好有变化，对，非常果断。这一下，但是这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人，对，看看 MO 这一下非常关键。MO 他现在就是非常非常关键，看掉一个，好的，一个，第二个有没有？还在抽，看能不能打第二个，第二个，好的，两个，漂亮 ，LT 过来补过来打掉一个，这局 MO 脱防非常大了，到处都有人包夹啊。对，这一局我觉得 MO 脱的真的是太好了。对，现在这边转点。不可谓不迅速，已经非常快了。那个时候也只有 MO 一个在防守，但是 MO 关键时刻那一个闪光，那两个人头拖得非常。其实就是守小区，就是有个就是要拖，尽量拖，你不用什么击杀什么，两个三个拖到队友能及时回防的时间就成功了。对，特别是面对这种转点打法，其实拖时间真的很关键。对，下半场我觉得是上半场一个翻版，对方在做进攻方的时候都对对方的防守没有任何的办法。一方面是针对战术，一方面是针对个人。对，天都这边运气好一点，就是拿下了两个半场的首项局，所以说优势就大一点。如果说被对方心态拿下的话，说不定现在就是个平分。对，你看 King 神胆子很大，哎呦，现在这个位置了，这回混死了吧？应该跑不了了，别想着跑了。对，索性再搏一下吧。对，索性就留在那个地方了，你这个完全没办法跑了嘛，这下。万一搏再换掉一个，那你就是大帅，你就是英雄。对，这边 LT 还是有点防守。LT 来注意一下 ，LT 有个遭遇。我怎么感觉 MO 这走位有点靠前了，有点诡秘是吧？对，有点诡异啊。LT 有点诡秘 ，MO 更诡秘。LT 被打掉。对啊，这里应该是要过来补。对，来到了小区，这下 MO 的发挥很关键，我看 MO 啊。这个回来。第二个，漂亮。好的，刚才 MO 直接摸到了，差不多摸到了匪家了。对，摸到匪家了，这边拼了一下，还敢不敢拼？还要去拼？找个地方应该躲起来了吧？哎，我选了一个非常阴险的位置。对，非常阴险。这下应该被看到了。啊，看到，能不能再干掉一个？没有。中路为什么还没人帮忙啊？这个时候，黄振这边啊，打掉一个。好的，黄振。第二个有没有戏？漂亮，双杀。这边我觉得枪法完全都已经发挥出来了。三个火枪手，我看看 ，MO 二十 ，DD 二十一，完全已经发挥出来了。对，完全发挥出来。哎呀，我觉得今天这场决赛不是心态，真的不是心态没打好，只是说到了这个决胜图的时候，天路这边的枪法。个人能力对，完全发挥出来了，这都是没有办法去针对他，你说你怎么办？对，而且上半场的话，我觉得心态已经发挥得非常出色了，对，打得非常漂亮。对，但是下半场确实这边有个优势一方，这边过来遭遇，漂亮，被 Oh my God 打掉。然后这里的话，对，退守一下回防，然后补雷。对，这边会强攻吗？应该会出来了，能不能杀下一个？两个，再来，再来，好个，哎呦 ，LT 也发挥了。LT 也是一个双杀，天路那个心态非常困难了，弟弟又应该在这个位置，哎呦，哎呀，不过这个反应还非常快的，对，书包应该是掉在了小区了，对，书包掉在这个位置了，而且 LT 卡了一个非常阴险的点，对，卡你头皮的点，另外一个拉出来被黄振打掉，漂亮，十四分了，快接近赛点了，哎呀，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心态有点困难了。因为对方的这个状态有点挡不住了。其实上半场心态打真的非常的好，在连输五分的前提下，还能被他们扳那么多分。对。都被我们说了，都说天路可能来说，上来五分拿到唯一是一个优势，三场比赛唯一一个优势，但是还是被对方翻盘翻过来。对。哎呀，非常可惜啊。对，这局。其实这场决赛心态有机会的，而且他们体现了他们这个韧劲儿。依然是非常有战斗力，对，起码让天路知道不要轻视所有对手，所有的能进入到冠亚军争夺战都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对，确实今天怎么说，四个字，虽败犹荣心态。对，但是我们也要特别恭喜一下我们的天路，在上一次输给了伊藤之后，再一次捧下了他们的 K1 的奖杯。对，终于是夺回了他们失去一个赛季的奖杯。是的，恭喜一下我们的天路战队。对，
三场比赛非常不容易，而且这里双方也是非常友好，有说有笑啊。这边明显看出新代这边还是有一点失落啊。对，失落是肯定的。对，虽然说过程是值得称道的，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不是令人满意的。对，不会让自己的队友如此的称心。对，确实今天 Note 七七包括 Oh My God， 包括李磊 Forget 都发挥得非常出色。对啊，只是我觉得天路没那个心态没有打好的，就是最后六个半场的最后一个半场，是就是在袁又通的作为进攻方的这个半场，是完全拿天路的防守没有任何的办法。是，不过天路的三位火枪手啊，从一开始我们就说他们只要发挥好的话，真的是获胜概率太高。对，今天可以看到弟弟黄正 MO， 对，包括 LLT， 对，所有的选手他们发挥都是如此的精彩。弟弟创造出了整支 K1 职业联赛第三季比赛最精彩发挥的一局，1v5，在对整个大区，在链接这边是击杀三个，然后 A1 这边也是同时击杀了两个最精彩最有价值的选手。我相信他的名额，这次的 MEP 选手，我相信他的比例应该是最高的。对，我们镜头也一直给着弟弟，我不知道官方会把 MVP 给谁，但是我觉得我心目中的话，要我给的肯定是给弟弟。对，我也是啊。确实整从第三阶段以后这样一个表现来看，弟弟几乎每场比赛都扛旗。对，扛旗整个团队的击杀的大旗，包括刚刚那个决赛的 1v5 真的是让我们所有人的眼前一亮，刚刚一下那个气氛就被调动起来了。对，而且不只是只有这 1v5， 二杀三杀也是接连不断。对，好，这也是我们的弟弟三位火枪手年纪最轻的，而也是要祝贺一下我们的天路队长、啊、我们的队长，现在我们视角给了我们的队长啊。对，现在又是换了MO 黄正啊，我说你这个摄像师给你镜头的时候能不能不要这样吗？好像我们听众队员有点激动啊，我看 MO 好像是有点流泪了吗？流泪了吗？我刚刚看见好像是有点像流泪了，没有吧？应该不是，应该不是，我相信这都是一些非常有经验老道的选手，不会因为这么点荣耀。去年伊藤战胜天路的时候就集体流泪了。伊藤那是不一样、啊、集体拥在地上了，因为那个